好，我们活动哈现在开始哈，那稍微晚了几分钟开始哦，那也感谢大家等待。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直播出去哈，所以等一下的候选人来到台上，那以及每一位提问人来到台上，事实上大家都要知道我们等一下是直播状态的哈。那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是卧草的这个专案经理王希，那也是今天的主持人。那今天真的非常我觉得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台南在地的团体来一起，我们一起共同主办这一场的活动哈。那分别像长期在台南耕耘这个公民跟关心政治的台南新雅，那等一下我都会分别一一请他们上来，大家很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他们的理念跟我们这场活动的一个目标。那像台南新雅，那像台南社区大学，那像台南益智，还有台南公民智库等等。那同时我们这一场也有跟这个苹果日报合作，所以说苹果日报的也会在苹果日报的这个粉专上面直播。那现在其实就已经在直播当中。那网络上面网友除了可以在我们卧草的脸书上面，以及就是苹果日报的脸书上面的这个直播当留言，我们都会看这个留言，我们等一下可能也都会找时间来去就里面的问题来去向候选人提出哈。那我们是基于这个就是希望降低公民参与政治的这个门槛，那来去跟许多的在地团体来共同合作今天这场活动。那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有这些团体的支持，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当然也要感谢就是候选人来到现场。那刚刚现场已经介绍过了哈，但网络上的朋友可能还没听到，那我再介绍一次，就现场来到现场的那个候选人已经有，就是许忠信候选人，对，那大家再掌声鼓励一下。那第二位的话也来到现场是苏焕智候选人。好，那其他我们今天因为问题很多，那事实上在我们的台南市长给问马的网站上面提出了50多个题目当中，已经有25个题目是超过100个人以上的联署，所以事实上这个民意的这个基础是相当强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在事前呢，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当中，也有非常多人在事前报名的时候都有提交你们的问题，那我们这边收集到也已经有37题，就是现场的这些问题，我们等一下呢，因为问题非常多，那台南的候选人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模式我们会采取就是轮流上台，每位候选人原则上我们会有30分钟时间，那在这30分钟时间内，我们会分别就是回答网站上面通过联署的问题，那以及就是现场民众的问题。那因为问题非常多，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采取抽签的方式，那详细抽签的那个方式跟提问跟回答时间我等一下会进一步的介绍。那首先我先请就是我们在地这个合作的团体们，那一一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团体啊各自的一些理念跟在做的事情。那我就先请那个台南新雅的理事长严婉玲，那请婉玲来跟我们说一下。各位朋友午安，我非常感谢各位在礼拜六的下午还愿意播出这样子一的时段来跟我们与各位市长候选人一起对话。那首先呢，我要先在这边代表今天的主办单位欢迎各位来，然后我要跟各位致歉的是，我们原本预期6位候选人都会到，那事实上我们一开始邀约的时候确实6位候选人都答应了，但是就在这两天呢，临时有2位候选人决定不能参加。第一位候选人是林益峰先生哦，那林益峰先生我在打电话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他给了我几个理由。第一个是他今天行程非常满，我们完全相信市长候选人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行程都很满，但是我们仍然有4位候选人愿意到场哦。那第二个他给我的理由是，我们所提交的问题都是希望他背书承诺的一些政见，并不是真的政策问题，所以他在选前他没有办法承诺，这个是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最后呢，我跟他说我们非常失望没有办法看到他，这个时候林先生跟我说的回答是，哎，我知道你们都是想跟我拍照，可是我想在这边公开的回应林先生，今天你不能来，不是因为我的失望，不是因为不能跟你拍照，而是你少了一个机会跟选民面对面直接诚恳的回答选民提出来问题，问你要或不要，
这事实上也不是政见背书，这个是我在这边澄清的。那第二位缺席的候选人是陈永和陈里长，我们都知道陈里长带着他的这个龙旗的这个议题要来参选市长，那在几次的沟通过程当中，他前面也都说他会出席，然后也愿意回答这个网站上问题，但是到前两天他临时决定不出席。那不出席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没有像一开始说的是六个人同台辩论，所以他觉得已经失去了这个活动的意义。但是我必须代表主办单位在这边跟各位说，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给问的形式，而不是辩论的形式。我们的重点是在候选人跟选民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候选人与候选人之间的对话。如果各位候选人真的希望有一个辩论的机会的话，你们该做的事情是去跟市选委会说，我们希望在公办政见会的时候举行辩论。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候选人同意的话，这个政见会就必须有辩论的时段。那我们几个民间团体今天促成这场对话，最重要的仍然是把重心放在选民的提问上，这个是回应两位缺席的候选人的一个主办单位方的回应哦。那接下来我用简短的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台南新芽。我相信在座各位许多人都已经知道台南新芽，那这是一个已经在地经营至少两年以上的团体。那今年是一个选举年哦，尤其是地方选举的年，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很多更大胆的尝试，譬如说今天跟卧草跟社大合办这个活动。那另外一个这一本呢，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在市议员选举层级上做的一个努力哦。这一本是我们整理了这一届的议员目前为止在他的这个总质询期间所做的所有的发言的摘要整理。那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网络上有全版可以看哦。这本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让所有台南市的选民知道说，每一个市议员在他的这个任期里面，他到底为了他的选区提出了哪些建言跟质询哦。好，那这个是台南新芽这两年在地做的一些努力。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活动，然后也许最后结束的时候有机会，我还蛮愿意跟大家再聊一聊台南新芽对这次选举的想象。谢谢。好，谢谢婉玲哦。那个下一位我们就请那个台南社区大学代表志轩，是不是？冠总，不好意思，好。那边。好，各位两位候选人，好，我们各位在地的团体伙伴，还有我们好朋友，大家午安。好，我是台南社大的主任冠周。好，我想在这边，除了刚刚婉玲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对我们的态度之外，我想台南社大是一个我们成立19年来都是在推动公民怎么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学校。那公共事务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大家手上的那张票。我们在学校里面办相关的公民论坛，常听到说民进党初选过后跟西光学都会上。好，我们也不要希望说这一票投下去之后，你只能到了4年后再来用选票重新验证这个候选人。所以今天我们充分支持这个活动，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不是由我们来检查候选人的政见而已，而是大家手上提出来那个政见，我们希望候选人能够透过两个阶段来回应，一个是网路充分来回应我们，第二个现场，今天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我们希望未来当选的候选人，我们在他不断的在每个月，我们这个合作的团体的关系并不会中断。我们需要不断的跟他对话。我们大家各位所提的政见，每一个政见后面有一两百个人提的政见，他怎么来回应跟承诺？好，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候选人对我们这个团体这几个团体合作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子。这个就是检验的开始。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我们中信候选人非常认真的、完整的来回答大家所提的疑问。当然我们换至候选人待会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这个说明。也有一些候选人，就像刚刚婉玲讲的，对，他因为诸事繁忙，第二个他认为就是来背书，难道背书公民政见有什么不对吗？今天来回答我们大家互相的疑问、互相的一个承诺，难道不对吗？所以希望各位坐在现场的各位我们不是就今天办完就结束，未来我们在每一次的检查跟监督的政见的过程里面，大家可以秉持今天的初心，一起跟我们支持我们这些几个相关的团体，来把这个活动继续办下去，来让大家变成我们检查跟监督候选人最重要的力量。也希望说大家未来可以呢，待会好好来听一下我们候选的政见，然后提出你们相对应的疑惑。好，一雄，我们在这边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的机会，谢谢。好，谢谢冠周。那我们下一位，我们请那个台南义治的郑捷。那边。
喂喂，各位大家好，我是台南一志的发行人，我叫陈任杰。那基本上我其实不是台南人，我是从台北搬下来台南，那也居住了5年。那为什么会去自办一个免费的刊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办刊物基本上就是累了急嘛，就是不可能会赚钱。那其实起初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长期想要跟市政府文化局做一些文化上面的沟通啦。那你其实会发现，我觉得当地市政府的状态基本上就是相应不理，或者是自视甚高。那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办理了一个刊物，自己发行了刊物，试图用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话语权，试图去跟市政府沟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有参加市长给问的一个最大的主因。那个其实就像是说，如果你跟一般的市民，这就是你的选票的来源，你都没有办法好好跟他面对面的沟通，那你只是用你的想法去强诸于每个人的身上，你也不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很开心今天有4位候选人可以来现场跟他的选民面对面去正视什么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就是在镜头面前讲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就是我真的还是要先感谢，就是非常多在地团体在这边给我们很多的，在这个整个主办过程中非常多的支持跟帮忙。也真的，我这边自己虽然我不是台南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台南的伙伴、台南的公民朋友应该要真的给这些在地的团体更多的支持跟关注。那也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有候选人就是愿意正式而来，我觉得是回应民意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面对。那这边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等一下活动马上开始，就是这个每一个候选人之间的这个面对民意的一个时刻。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整个活动进行的方式。每一个候选人原则上我们会有30分钟的时间，那所以等一下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讲台哦，这不是摆好玩的。那像刚刚其实我在右边那个讲台就有点压力哈，为什么？因为等一下呢，上来提问的朋友，不管是网站联署提问的朋友，或者是现场的朋友，你会站在这个位置。那么，候选人，我们需要请你站在这个位置。那就像是未来可能每一位候选人未来可能有一天都会成为市长。都有机会成为市长的时候，你就在议会里面面对像面对质询一样，你可能会面对公民的质询。好，这是我们今天办这项活动的一个目的。那在这边呢，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进行的方式是：这30分钟内的时间，第一个阶段我们会进行网站的联署提问。那我刚刚讲网站通过百人联署门槛的这个提问有25题，所以我们势必没有办法每一个题目都回答，所以我们用抽签的方式。那我们呢整理之后，我们发现这25题大概可以归类为6大议题。那根据这6大议题当中，我们会等一下会请候选人先从6个议题当中抽出3个议题，那每一个议题再从里面抽出1个问题。所以今天至少一个候选人要在这上面面对3个问题。那每一个问题的时间是这个样子，我们会请提问人在这边，你有1分钟的时间。问出你的问题，那时间到我们就会请候选人来回答，候选人有3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再来就这个问题提问的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回应或追问，那这2分钟是跟被提问人就是候选人是共用的 ，OK？ 所以一个问题会有6分钟的时间，好，1+3+2，那3个问题总共会有18分钟。那再来我们现场的问题一样，我刚刚讲到现场民众我们有37题，所以我们一样会用抽签的方式，我们会请候选人抽出其中的2题，好，抽出其中2题。那每一题呢一样，提问的现场的提问的我们会请你到台上来，那你在这边问出你的问题，你有30秒时间，因为你事前都已经这个问题我们稍微看过，应该30秒内你应该可以问完，然后再请候选人一样回答3分钟的时间。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就没有回应跟追问的时间，所以每一个问题有3.5分钟，那2个问题有7分钟。那最后5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会由主持人这边来问线上网友，可能在看完前面2个阶段之后，会有一些陆续有一些问题想要追问
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延续那些追问的问题，进一步的再问候选人。所以候选人即将在这边接受三十分钟的面对三十分钟的提问哈。那我规则很简单说明到这边，那如果有多的时间，我们可能再做其他的一个弹性，可能请候选人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回答。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候选人，第一棒就是我们许中信候选人。那我们是不是就请许中信候选人到台上？好，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明一下，那个事实上许中信候选人已经在我们网站上面回应了这25题，每一题他都回应了啊，这个而且是第一个。回应这些问题，一口气就回应完25题，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大家应该给一个掌声啊哈。这个真的是蛮认真的哈。好，那个接下来我们就请，是不是请那个议题这边，我们有六大议题，那我们就请那个候选人这边公开的来抽出这六支签嘛哈，来抽出。好，那好，第一支，好，再来，对，好，来再来再一支。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奖哈。好，第一个议题是城市愿景哈。好，哎，没有，候选人在这，继续在这里哈。好，第二个议题是文化议题哈，那我们等一下下面也会带上相对应的那个议题的签哈。第三个议题是性别哦，好，所以等一下候选人会回答这三个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抽这三个议题各一个问题哦。这个议题是性别，好，来性别里面抽一题，这里有6题哈，6题，有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好，那我们就紧接着这是第一个问题哦，哈，好，我们立刻来看是哪一题。好，我们请提问人是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问的这个题目。好，来，请这个问题我就不要帮忙念了哈。那你自己很快的，我们计时就从你上台拿麦克风开始1分钟哦哈。好，这是你的问题，你看一下你的问题哈。好 ，OK， 那我们紧接着就是第一个问题。好，我们计时1分钟。许候选人你好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市长候选人是否会承诺你当选之后会要求市政府的教育局依照教育部所规定的性平委员公开推荐作业的须知遴选性平委员，那如果性平委员他有不当的性别歧视的言行，请问你将该如何处理？好，谢谢。好，依法行政是我基本的原则，我个人的太太是教育部的性平委员饶月琴，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好。I will answer every question you raise. あなたの question は日本語たら、私の答えも日本語。你若用台语问，我用台语甲你回答；你用英语问，我用英语甲你回答。啊，你若要讲日语，我尊重你，我用日语甲你回答。I will answer every question you raise. 性别平等的问题，因为他用中文提问。这个问题呢，是中央立法的权限。那么现在大法官也做成这个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修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性平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人权的趋势。我9月初刚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去访问，比利时就已经尊重了这个性平的这个法制也都通过，但是呢，在台湾，我们还是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说，台南市在中央有明确立法之后，我一定会根据这个中央的立法，在台南市，包括他们的待遇、他
他们的生活空间都给予尊重，应该 给予的法律权益也应该都给予他们。那为什么我会要这样主张呢？因为啊，有一些同性婚的朋友，这是先天造成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宗教团体其实也尊重他们这样一个天生的要求，所以既然是上帝所造成，我们很多宗教团体他们也崇敬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只要中央一立法，那我在台南市一定执行依法行政，是我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说，只要我们这个社会啊的伦常如何维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秩序，也就是我们法律啊，然后伦理规范，这还是我们整个社会运转的机制，到后来才是法治。那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以我们现在的法律仍然是夫妻父母，然后呢这个配偶父母两个概念，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伦常的概念呢，在还没有法治变动之前，我还是予以尊重。好，谢谢。好，感谢那个候选人的回答哈。那也感谢说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提问哈。是。那可是我还是要提到说，我现在提问的问题是有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规范底下的性平委员，而且性别平等教育已经实施14年了。好，这个跟同婚议题不太有关联。好，所以不知道候选人的问题可不可以再更直接的回答我？好，就是关于说，如果说我们的委员会里面有不适任的性平委员，那这个部分我们该如何处理？好，所谓的依法行政、依伦理又是什么？依伦常又是什么意思？好，谢谢。我们在教育部的性平委员有家长的代表，那也有一些专业的代表，所以我们在台南市也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性平的委员，他们必须要这个从各方来甄选，尊重专业。那么甄选了以后，如果有不适任的，那我们当然就要加以剔除，我们当然要加以剔除。所以我们绝对遵照教育部所要求的中央的法令，在台南市予以执行。所以只要有不适任的，我们绝对会加以替换那找最适当的代表家长专业团体等等的意见，能够在这个性平委员里面呢来加以呈现。尤其是男女平等的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工作机会、在求学等等方面呢，我们台南市在这里呢也一定是要遵照这个性别的平等呢来加以处理。好，谢谢您。这是第一题哈，那我们谢谢这个提问人。那个，我们这个刚提问人很客气哈，第一题大家可能还在热身哈，等一下那个在2分钟追问时间，大家可以问更直接一点的问题。当然我们都希望候选人可以直接回答哈，那个提问人可以在追问的时候可以像质询一样，可以快速的去问那个问题的核心。好，你觉得他刚答得不够的话，好，你可以进一步的追问。好，那我们抽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刚刚抽到一个议题是城市愿景哈，那这边有3题。好，我什么都看不出来。好，那这一题是那个廖信华老师没有来，是不是？那廖信华提问的没有来，那我们请那个台南社大的朋友来代表提问，好。OK。那我来转述一下台南社大讲师廖信华老师的题目。他的题目是针对，我来看一下OK， 请问是否会继续大力推动友善骑楼及骑楼路平专案，
那他这题在下面的论述里面有提到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因为现在人口老化，2018年到台湾已经到达14%，那台南又是人口老化非常急剧的一个都市。那请问候选人，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呢？好，谢谢。我运气很好，我昨天刚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针对我们台南市有很多骑楼，那个走廊不平的哈。我们台南市在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台南现在已经是一个直辖市，那我们在这个连骑楼都没办法让我们的年轻人安稳的走路，更何况我们台南市是六都里面人口算是比较老化的，我们的这个65岁的人口呢哈，将近15%，大概27万左右。那么这些我们长辈的市民呢，他们行的安全是最基本，因为我们的马路又窄，所以完全依赖这个人行道哈，我们的走廊。所以台北市在这里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也就是说他们把高高低低的走廊呢都已经把它平整化，那么把它用成弧形的，那弧形如果太陡会滑的话，他们还有防滑的设计。那么台南市呢，以前赖清德市长也承诺要在这里做努力呢，那现在很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个人如果有机会能够当选下一任台南市长，我会亲自去请我的志工，全台南府城新营有这种情形，这些都会区呢有这种情形呢，我会一一的去拜访店家，我来拜托他，为了台南市的进步，你这个骑楼要做一个平整化，那这个费用呢，会由台南市政府来承担。那我们这样整个台南市的骑楼能够让它有行的方便，没办法让它平坦了，因为我们的建筑没办法要求说你的房子盖的时候不能够垫高了，所以台南市是最会淹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店家他在建筑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房屋垫高，产生这个人行道不平这个走廊不平的情形，这个我们迫切一定要来处理这个问题。毕竟我们已经是一个直辖市，我们既然是直辖市，那我们人口又这么老化呢，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是要迫切要来进行。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跟我们台南府城要发展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台南的美食散在各邻各角那这个沟通都只能靠这些走廊。我自己也摔了好几次，嘿嘛，好加在我一个少年会堪要想如果年纪大一点一摔就不得了了。这个到底有没有国家赔偿的责任，都还值得探讨以上。OK， 那谢谢。那在此跟各位补充一下，因为我是代表问题，所以我就不进行追问。OK， 进入下一题。所以我没得回答，因为我不是代表，我只是代表而已。你要追，你要追你失职啊！好，那 我的时间要充分让我表达。OK， 那好 ，OK， 那我要追问哦。那请问，因为你刚刚你有一直谈到就是那个友善骑楼问题，那其实有一个最大困难问题就是现在的友善骑楼其实它已经画一条绿线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呢，面对像我自己是机车主，最常遇到问题就是他们会直接扛了一个扛棒，虽然说要直接跟他谈说，这块地方是要给公共行人使用，但他会现状是他会认为那一区是他的私人财产。那这边地委候选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一点如果有外地的朋友要体谅我们台南人，台南人有一个特殊的困难我们的房子都是透天厝，3层楼、4层楼，我们的台南很难挖地下室，那很难挖地下室就没有地下停车场，跟台中、台北就不一样，所以家家户户呢，都有一个需求，他必须停车在他家的门口，机车也要停在他家的门口，那这个我们台南市长也必须要加以尊重因为我们台南市的确有这个特殊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他协调。也就是说呢，这个走廊呢，你如何画出一个你可以来比较使用的空间，然后中间那个走道能够空出来，让人民可以行走，那尊重你们这个店家你在这里使用的一个权利。我在这里问各位啦，你们家门口停你家汽车的举手。
每个都嘛要举手，大部分都嘛这样。台南人有这个特殊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哦能够普及之前呢、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去强要求市民，所以我们要跟他协调，让行的安全、停机车的方便，能够彼此能够尊重，要不然。我要到你家店门口去消费，没办法停车；你到我家要来拜访，也没办法停车，你也去不了，啊，他也来不了，大家都不方便的。以上，好，谢谢。刚这位提问人提问的是路权的问题，那下一个议题是刚刚抽出来的文化，那这边一样三支签哈，哎，这样有比较高吗？好。哎，你可以用台语回答。真的哦，哎好，下一个这个是 OK， 台南社大的讲师 Naga， 这个是 OK， 好，是问关于老屋的问题，好，老屋立面的问题哈。好，来一分钟。中心候选人你好，我要问的问题是，对于台南市老屋立面呢，然后由未来的市府团队主动保存之规划，我的问题的细项是这样，我们台南市很多非常多的老屋，然后呢这些老屋呢现在都是店铺住宅呢或者是承租等在使用，那我说的老屋呢它是属于比较所谓有精美立面的，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呢我们台南市是很明显的是以历史建筑观光为导向的一个城市，那这些老屋在不管是在承租人承租后呢，或者是使用者的使用，他会用广告的帆布呢，或者是他的一个不当的使用，把这些精美的立面呢，然后做一个不当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改建，或者是拉皮，那我想说，我们台南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名城。那其实国外的观光客或者是我们本地人在看这些看的是非常的有问题，那不晓得我们怎么做处理这样。各位去过澳门没有？很多人去澳门啊是去赌博，对不对？我在辅大任教的时候去跟澳门啊是做这个教育的学术交流，在澳门呢让我一个很感触，澳门有他们葡萄牙所建的一些古老建筑，但是澳门也要改建大楼啊，他们怎么做呢？他把这个立面留下来，那里面才盖大楼，所以你在街道行走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大楼还是像葡萄牙时代的的风光。那各位有没有看到日本时代的台南市啊？我有一本书啊是日本时代的台南的古相片，那里面你看到台南市之漂亮啊，你会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是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台南市本来是非常的漂亮，凤凰花木，然后巴洛克式的建筑，那么现在这些建筑呢有一些已经被毁掉了，来不及了，那有一些它还存在，那如何做呢？我个人认为，为了要发展台南市的观光，我们必须要找这些屋主，他可能不是古迹，也不是历史建筑，但是他还是从日本时代就下来的巴洛克建筑，很漂亮。那么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个他的原来的市容可以恢复那这个实际上台南市是恢复以前我们漂亮的那一种状态啊。各位如果没有那本书，你也可以看渔夫用画的了，渔夫画了很多就是我们台南以前很漂亮的建筑。台南市如果可以回复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观光的产业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走到海外去，我看到我们祖先的相片，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将来一定要努力给你们有一个漂亮的台南市，这也是我参选市长的原因。我的心中是充满历史，
那我去观察现在，我对这个现状不满，所以我参选台南市长，我是想要让台南市整个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文化古都漂亮的原貌。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也要发展高科技。我在德国做海德堡的客座教授的时候，海德堡非常的漂亮啊，但是海德堡它也有很高的科技啊。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啊文化古都当中来延续的我们高科技的发展，这个是我在台南市的啊这个啊竞选里面呢，我个人非常强调的一点。所以这些历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开元寺，就是正经的下宫啊，那还有我们的天后宫等等，这些很多历史建筑，我们都必须要再珍惜跟维护。好，我的追问，我举出实例来讲哈。那譬如说，我们最近有比较，最近几年来有比较煽动的一个建筑物，我直接问，直接讲了，就是第一个是松金楼它被拆的问题。那松金楼它的立面就已经很漂亮，结果市府在整个沟通过程，新町大智街那边，它是整个是被拆除的哦。那我们就损失了一栋类似林百货的建筑了，是损失哦。第二个，宝岛钟表的问题，中正路麦当劳对面。它的铁皮是应该要卸下来的，那栋如果起来，我认为不会输给东京银座的和光钟楼。哦，如果你们看到相片的时候会吓一跳。哦，这个，但是我们的市政府反而都只是派文化单位去沟通，然后说啊屋主不愿意，然后铁皮又盖回去了。好，哦，我觉得是我们台南市对文化建筑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哦，非常的可惜。第三个呢是东门美术馆，哦，这个是最近有新闻的。好，虽然它是不会被拆，可是呢，我们看见市府的单位，我感受到的是一棒红挪，它屋顶都塌了，然后前面的东西都已经在慢慢脱落，然后我们说，哎，啊，我们有指定历史建筑，结果我们是好像是不是要等它都烂掉，整个都烂掉不能再修，然后就让屋主顺利的把它做什么处理呢？我们有这个感受，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有一个单位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好像是虚与委蛇吗？哦，好，以上。啊，这个问题它的困难点，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我们在做市长的工作必须依法行政，包括中央的立法还有地方的自治条例，所以不是说我说的搞这的搞那好小了，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那我们既然在这个法治国家，这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它现在是私有财产，那我如何在它不是古迹也不是历史建物，但是它有保存的价值，如何来让它保留下来，那这个必须要市长有那个诚意跟能力去说服它。我们不能够哦蛮横的把它变成说要求它一定要怎么做，那毕竟是私人的财产，但是只要有历史价值的，好，能够对台南市的观光有帮助的，我们当然希望把它更美化，台南市更漂亮啊。好，那刚刚是我们第一阶段就是网站联署的提问，那抽出来的三个议题跟三个问题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现场的民众大家准备好哈，这里面有37题，我也不知道抽到谁哈，然后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赶快上台哈，那这边有这么多支签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一样从这边抽两个，那这边应该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了吧，好来，哎，好，不行，有一支好出来，好，这样还是有一支最高，都平的，都平的，啊，好，啊，这一次最高，我希望能够抽到一个会讲台语的，不然我那些台语老师会骂我。这是第一题，你今天就没讲台语。好，第一题我们就来打开来看是什么。好，这个提问人是王伟哲，王哦，王哦，好，王伟哲，王伟哲先生有在现场吗？有吗？没有，没有，王伟哲先生，嗯，王伟哲没有来，好，没有来，没有来，我们那个签就不会放回去哈，因为他今天没有来嘛，好，那我们再抽一个哈，哎，好好，谢谢，谢谢哈，我把气氛弄轻松一点，上苏县长比较好回答一点了，啊。好，
林奕婷，重复了，所以你要把机会让给别人，是不是？好。你有来到现场，我们等一下会再放进去，因为等一下不一定抽到，等一下候选人不一定抽到同一个议题嘛，哈。不能抽，我差点自己抽。这个被你抽出来了。那个就是刚刚那个，这是刚刚那个。来。这个最高。好。苏林奇有在现场吗？就是你，好，你敢要讲台语？好，来，你来问一下。陈川林你好，我想要问的问题是一问的问题，就是即卖咱台南要做高价单贵的一问嘛，不过我是感觉。我想要请问你，你感觉伫咱古城区内底，敢有适合着捷运的设计？因为咱台南是以文化立都的，对观光嘛是非常的重视嘛。不过咱啊用高价捷运的话，安尼影响伫咱台南的古都的天际线。是。啊，所以你感觉到捷运设置的必要？那啊有必要的话是安怎？那无必要的话有啥物配套的方法？好，你的台语真好。啊，这个问题如何？啊，因为是安尼啦吼，六都已经拢有捷运啦，所以咱。台中啊，捷运啊，特别通啦，拄啊，剩咱府城、台南无尔，所以讲我认为咱台南嘛要有捷运，但是咱台南的捷运迫切需要的吼，是伫对个呢。咱的南科，咱交沙仑啊高铁站，交咱台南府城，这三角去分开，造成呢吼，南科无法度像德科安尼吼，交高铁站结合做伙。好安尼的确能带动着新竹的发展，所以咱台南要发展这个捷运呢吼，顶多是沙仑啊、南科交府城这三角吼，上加有迫切需要。新营代替甲个计划吼，来予伊上个捷运相像。咱这条红线的捷运呐，设计无好，因为呢，伊交咱的代替拄啊平行相拼，这将来若起落。红线捷运嘛了钱，代替嘛了钱，所以讲正常介好就是咱的台南机场国际化，有法度予国际游客来咱台南，安尼呢吼，两条线拢有人坐。至于讲咱府城内底，咱台南府城的路是全台湾上介细条，因为清朝时代1683年西隆将咱台湾的马掠了了。所以咱台南呢，无马路啦，咱敢有人咧走的路。咱台南上迄阵的上界大的官道呢，就是真个新美街交自强街啦，迄含两只机车相闪就会相撞啦。所以讲这个问题，咱台南吼路特别细条，所以若要去高架捷运呢吼，讲实在的吼，足歹去。起来吼，两面的店家会差甲袂生活质啦，所以有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伫古城区内底，我认为上介好的是这个电动公车，互伊较侪只。电动公车互伊用 A P P 会当看时间，吼啊会当像台北市安尼，吼啊这个咱用辐射状的电动公车，吼互伊班次侪，来互咱的。市民用 APP 就会当看到，搁几分钟就公车到。你走新公路，要转去中义路，就用去新公路搁转中义路线，安尼就好啊。所以我将来呢吼，那东山站市长，我会来推设咱这个以火车站做中心，新营火车站、新化火车站、新竹火车站。安尼，诶，即个公车网咧吼，互伊用电动公车，来吼取代咱正骑机车的状态，改善咱的交通。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抽出下一个，好，还有一题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好，真的吗？好。
我现在民调最低啊，所以我都抽那个最高的。真今天就出鼻了。好，下一位是冯中伟。冯中伟有在现场吗？冯中伟有在现场吗？哎，没有，又一个没有来。好，那我们再来再抽出一个。陈志宏，好，你该要讲自己。什么节？咱台南人，咱台南人的八九十个拢讲自己呢。你爱甲尊重伊嘛，市民呢？好，来，三十秒提问哈，来，你提问你的问题。候选人好，我是台北人啊。因为现在就是西北，就是有很多。像是盐水的安内糖厂跟那个后壁的乌树林园区，就是有在做那个要引那个引城的，就是作为开片基地的计划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请问说，就是这种引城的感觉，就是会跟对，就是作为开片基地的地方。然后我想说，这种东西就是会比较跟在地文化有一些比较没有连结的地方，像是就不能跟盐水在地的一些。像是风炮或老街的文化做一些连结，那有没有一些具体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在地文化做连结的一些政策？我想请问这点，谢谢。各位，咱台南镇的吼，民族路、西门路、中正路生意拢歹，迄原因如何？清德啊，离咱台南府城撞来撞去，撞唔知影原因啦。我各位报告，台南府城生意要好，客北爱先好起来。台北是咱台湾上界好的土地，对北门合家去到东山北河，加南平原上界富庶的所在，伫咱台北，咱们台北啦。所以讲过去府城生意好，民族路、西门路，伊拢是咱台南县，尤其台北的人种菜啊、种甘蔗、做兼职、饲沙白鱼、种水果，入来府城买物件，府城生意好起来。所以台南市呢，经济要好，台北爱先好起来。台北要先好起来，你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啦。哦，你想讲麻豆伊的文旦好，所以进麻豆是咱台南人收入较好的，啊，伊的厝较水。哦，阮拢即摆拢挨家挨户咧分文宣吼，我去到麻豆看到真侪新的范厝，啊，真水啦。啊，所以讲爱有结合着地方的特色。你想讲农产品叫地理标识权。因为当地土壤、水质、气候，交传统技术，拍出地方的品牌。啊，这呢吼，那伫咸水来讲，咸水伊的历史比安平早一百年啊。是啊，那咸水真侪人姓颜啊，伊交这个下营足侪人姓颜，迄拢是颜氏族后代。这十六世纪颜氏族就来到咸水的，所以咸水伊的庙吼啊，伊的历史。拢非常长久，所以咱要来发展台北，你就爱对因当地像下营较早叫做毛岗这个毛岗尾，叫毛岗尾，吼、叫小洋洲啊，当地的历史文化，安尼结合在地的这个观光等这些产业呢，安尼遐发展才会好。啊，你要用影城，我甲各位报告，迄唔是产业聚落。因为咱爱用产业聚落，好莱坞啊，就是全世界上较有名的影城。人伊好莱坞啊，伊个叫产业聚落，拍片诶，啊，伊个景色，吼，啊，写戏剧诶，啊，做演戏诶，拢伫遐，所以讲迄叫产业聚落。咱台湾这点做了无好，遮一撮，遐一撮，遐一撮，拢做袂好。所以讲，我个人认为。若要发展文创的产业，就要安平上好。吼，啊，咸水伊有咸水发展观光，吼，啊，交伊遐的历史啊结合咧，吼，啊，伊因为伊的外丁港，咱苏馆长做馆长的时阵，甲伊整理啊，啊，治理啊足好。我若有机会当选，我会用这做基础，好好来发展。咱用咸水做一个例，以上甲各位做一个说明。好，谢谢那个候选人哈，那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还有剩一点点时间，那我们请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国军，来问出就是线上的网友在刚刚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些留言的提问哈，那这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快节奏的来提问。
好，那许参选人您好，那很那个，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在苹果日报上面有直播，那上面有一位网友叫李展毅，他问说，您对韩国瑜提议在旗津设赌场有什么看法？有打算跟进吗？这就是变无波啊，现在变一波。这咱进的吼，这个博弈条例啊吼，也未过，中央也未立法。啊，咱台湾的发展经济，基顶啊，是一个足水的所在。啊，你里啊说交警类啊，这安尼类，伊啊观光价值就无去啊。基顶的天后宫，伊的历史价值，吼，伊的炮台就无去啦。所以讲，我反对离咱台南地区呢，吼，用这个博弈特区的方式呢，来发展经济。啊嘛，反对离基顶呢来设这个吼交警就对啦，迄个是真正某某部的候选人啦，吼，才会去想到这条办法啦。咱台南尤其袂使，咱台南有足济好的观光的天赋，会当营造咱台南人真优美的生活环境，啊，安尼会当赚到观光啊文化产业啊个高科技的产业的钱呢，吼，啊，唔通去赚这个跋筊钱。以上加你做一个报告，好。那感谢这个许参选人的回应。那另外呢，在卧槽的脸书也有网友提问说，蔡永祥蔡先生应该是询问，如何提升台南市的消费水准，还有跟基本工资的平衡？好，那要消费水准要高，人民落底爱有钱，啊，人民落底要有钱呢，就要靠智慧财产权啊，智慧财产权。所以呢，我如果能够当选市长，我要去德语系国家，因为我会讲德语，把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招到高速公路两侧，还有台十七线两侧，成为德语工业区，把我们年轻人的技术转成德语系国家的商品，从高雄港出口。那我个人有这个自信可以招得过来，因为德国是现在全国、全世界第一、第二的出口国，但是他们在欧洲。运到东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运输成本太高，那他们不敢进中国呢，因为中国会侵害他的智慧财产权。那就地理位置，台湾最好。台湾呢，他在台湾投资销到中国、东南亚到南韩，刚好地理位置适中。那我在成大刚好啊，有一个学生是德国过来学习，他就是要来开拓台湾的经贸机会的学生呢，哈。所以台湾的智慧财产权的法制。我在成大就是教授这个，跟德国都很接近。那我们差一个市长会讲德语去把他招到台南来投资，台南的土地啊，将近九万公顷，有很多是不适合农业啊的盐混地啊，而且它是交通便利，例如台十七线，那中山高速公路从盐水溪到新营后壁这两侧交通便利的地方，人民又不喜欢做住宅区。从基隆到台中，从高雄到我们永康，都已经是中小企业进驻。我们去招德国的企业到这里来，哦，投资的话，我们人口够，我们有昆山、南台、首府这些很好的技术大学，能够提供充分的技术人员来生产德语系国家的商品，我们的薪资就会提高。那许参选人，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卧槽脸书上的莫北斗先生，他问说，您可以举出五个值得选你胜过其他四个参选人的理由吗？你报应该是五个参选，其他五个参选人。第一个，我有国际经贸智慧财产权的专业，我在成大就是教授这个。第二个 ，I can speak English， 我但是我日本语的起码是 ，Ich kann Deutsch sprechen， 我可以讲三种外国语言，哦。啊、我台语不比你较好，哦，安尼三种啊。第四，我没有女人的问题。第五，我没有钱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书读太多，年轻人不认识我。年轻人如果认识我，知道我在当立法委的时候，那个会计法的修正案，马英九总统跟四党总召、四党主席已经都同意替。很多明代除罪，是我拼了半年的命挡住会计法修正，很多明代解除入狱。
如果年轻人知道是我的功劳的话，那我相信所有年轻人全部投我的票。所以我这一点跟各位报告，我当立法委员最大的功劳不是改革台电省掉249亿，而是我坚持台湾的法治，会计法修正之所以破裂，严清标委员之所以入狱，背后是因为我一个人不签名，所以这个法是被我挡下来。我今天在这里跟各位报告，我是被测验过的。一个台南市长，他的裁量权太大。台南市长如果他要歪割的话，减掉没办法加以监督了。市议会如果是浮选他起来的议员主导的话，更没办法跟他监督了。所以市长裁量权太大，他的人品非常的重要。而我在会计法的时候，就差一个总招没有签名。这个总招如果签了，这会计法就通过了，这些民代就除罪了。但是我坚持我的原则，我宁可辞掉立委回成大，我也不签。所以我这样挡下会计法呢，吼，安尼要给他拍一个破案无？好，谢谢各位。关系真的非常感谢许荣信候选人。那刚刚这几个问题都是网络上面及时的，事实上候选人也无从准备。刚刚的现场民众的提问，应该候选人之前也都没看过，大概候选人只有看过网站上面连锁的提问嘛，哈。那我的幕僚全部都不及格，这一本都没有用啊，都没有准备到，回去全部开除。好，那所以其实这个现场的民众提问跟网络上面即时的提问也都非常考验，就是候选人即时的反应。那我们再次，大家再次鼓掌，那个这个感谢许忠信候选人。好，那时间关系哦，那许忠信候选人应该还会在台下看一下，然后我们也鼓励，我们也希望所有候选人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其他候选人会可能抽到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也这边说一下，因为刚刚有抽到的一些问题，像各个议题的问题，我们会再把签放回去，以这个公平的几率。那现场民众的问题也都会，但是没有来的，刚刚上面没有到的，我们签就会直接移除了。那我们请下一位舒焕智候选人到台上前这个30分钟哈，30分钟。好，那这个候选人，我们来先来抽出这个议题哈。一样，这个六个议题抽出三个。好，我们一次抽三个哈。好，我先放在这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问议题是什么。好，第一个议题是这个，好，第一个议题是教育，好，教育，好，那我们旁边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下教育的签。好，第二个又是文化，好，文化这个议题。好，第三个是这个国土与环境，哦，国土与环境。好，那我们来请这三种签。好，我们过去拿。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请这个书参选来先帮我们抽教育的签，来看看是哪一个团体提问。好，谢谢。那这个团体提问的线上联署提问的第一题是，好，这个是来自台南署的，如何处理校内不当管教及体罚的问题？那我们请。OK， 刚刚声音太小声了，所以今天声音会把它大声一点，让后面的人可以听清楚我的声音。好，谢谢。那这一题呢，是由台南署是一个长期关注台南教育题的人。那这个台南署的
伙伴呢，因为今天刚好有行程，所以无法到，那由我代为发表。那苏焕智候选人，他这题是如何处理校内不当管教及体罚的问题，请你回答。OK， 谢谢。我想这个现在的教育呢，的确，那么在人格小孩子的人格成长上是非常重要。那么人格成长里面呢，其实很重要就是尊重跟关爱，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到尊重、受到关爱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打骂教育呢，其实在这个时代是应该要杜绝的。就是说，怎么样子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呢，多多体现，那么对小朋友的尊重，特别是对有弱势、有一些困境，那这些囡仔咱要哪个尊重？有困难要怎么去包容他？哦，要怎么去关怀他？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我认为很重要的特质了哈。如果说他是用打骂的这个体罚的方式呢，来作为教育，我觉得这个是不适任的。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适任的老师了哈。但是如果这个学生呢，在学校里面他的确有非常多的灰型的行为怎么办？其实我想很多老师或者是很多这个教育现场的人，可能他面临的困难就是他看到一个灰型的这个学生，因为家庭的环境，还有因为可能家庭的关系，那么他的周边的受到不良的影响，那这个学生呢常常有很多灰型。那这个时候呢，坦白讲，我们也发现说有非常多老师他面临没有好的资源系统，对于这种这个小孩子他常常在学校里面捣蛋啊，可能他背后的是这个小孩子他的家庭有问题，他受到很大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父母亲家庭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个资源系统是目前整个教育或是整个社区里面最严重的。我们看看小灯泡发生的这个案子，事实上呢，那么这个杀人犯，这个凶手，他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不适应的人，那他也缺乏社会的资源系统。所以我们认为呢，不是一个单纯去看待说哇啊这个囡仔啊是不是要给他体罚，那可能这个有常常灰型的这个小朋友，他背后有很困难的家庭的因素，他可能有一段没有办法去令人感到很这个痛苦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一些老师，给这些学校呢有这个资源系统，就是这个叫社会安全网，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有对老师怎么的处分，而是要检讨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跟我们的教育安全网不足的地方。就包括他可能有帮派啊，他可能有贩毒集团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深入的有一个资源系统去帮助老师，帮助学校。 OK， 那谢谢苏候选人的回答。那我要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所谓的社会安全网，那其实社会安全网在很多的议题上面都不断被讨论，那我想请问是，如果今天你要落实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话，那具体的落实政策是什么？我想这个社会安全网目前就是他在光到底要隶属是一个社会局的系统呢，或是教育的系统？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连在一起的，就他需要有一个这类社会关怀网的一些专业的训练，然后呢，他又必须要有第一线跟教育接触。那么第一线呢，常常有灰型的这些小朋友，他其实背后真的有一些故事，可能家庭的因素，他可能已经被帮派绑架或是怎么样子，所以呢教育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完全放在社会系统可能不足，所以呢这两个系统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整合，需要一个整合。但是呢教育系统本身必须要具备，看起来是必要的，因为教育常常是面临第一线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主力应该放在这个教育，应该要加强。那么过去我们的所谓的训导或是心理辅导，其实以现在我们的教育环境
那么人才这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多，可惜就是我们在编制上没有增加整个这个所谓社会安全网的资源系统这些相关人力的配备。那我想呢，台南市要从教育来解决那么这些因为家庭因素因为社会环境因素被放弃的小孩，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被放弃的小孩重新把他接回来。我想教育这个部分呢，一定要建置有社会安全网的专业的人力系统。对，那我可以再进一步追问说，虽然你说教育跟社会局这边两个是要互相横向沟通的，那 OK， 谢谢。好，那感谢这个台南署的提问。那当然，因为后续有些没有可能没有回答完整或完全的问题，其实苏县长应该也会在网站上跟我们帮我们回答。那现在我们这个抽下一组的是文化上的题目，也麻烦一下。好，来看一下。OK， 这个是来自182 Art Space， 是吧？那好，这个台南美术馆把人化产生的乱象要怎么解决？那我们请这个182 Art Space 来提问。请问候选人，就是因为台南美术馆是台湾第一个直接是行政法人化的文化馆舍嘛？那它现在目前其实出现了几个问题，首先是馆长。前任的馆长，他实际在就任的时候年龄已经超过65岁了。那董事会跟文化局那边用一个特许的方式让他担任馆长，那后来又用他年龄超过的方式让他退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副馆长是经过正式聘任与甄选就职的，那他后来也无故就也被退职了，那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然后第三个部分是，现在的馆长潘凡先生基本上是之前的董事辞去董事之后担任馆长。那其实美术馆是我们花了非常多纳税人的钱去建制的，那目前看到这样的人事乱象，那不知道候选人未来有什么方式可以替人民监督与管理这个美术馆。是这个，首先呢，我认为呢，我应该讲一个大概念，就是政府盖的美术馆经营的美术馆目前看起来都不见得很好。我觉得台湾第一个愿意做的应该要做的是怎么样鼓励民间兴建美术馆文化设施，就是说民间愿意来盖美术馆，愿意来经营美术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是我任内，那我们这个跟台糖合作取得40公顷的土地来作为台南都会公园，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呢，那么又提供给奇美，那么原来是以 BOT 的方式来盖这个奇美博物馆，那后来当然就是以捐赠它的兴建之后捐赠BT 之后，然后呢再 OT。 那么这个案子我们看到说，哎，民间可以照他的理想那么去经营博物馆，虽然是亏钱了，大概每一年都要亏本，都要民间要贴钱，但是民间有理想的人还是很多。我觉得台南应该要率先的让有非常多有民间收藏的人，那么这些有民间收藏的无论是艺术品，无论是其他的文化财，有非常多。那政府怎么样让这些人呢，可以来这个新建博物馆？我想这是第一个。台湾目前总的来说，我们对于民间新建博物馆的奖励、鼓励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是不足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有关这个台南美术馆，那么其实为什么我说？政府的美术馆呢，经营不好，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一个公务人员来经营美术馆，就是要经过高普考公务人员的角色来经营美术馆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专业够吗？就是说，目前台湾的所有的这些文化展馆，其实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公务人员
啊，公务人员要来经营这个美术馆这种比较有特殊专业的这个项目，所以经营的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对于台南美术馆那么用所谓的行政法人的方式，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关键在什么？就是是不是要受到公务人员身份的限制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它的最大的关键。所以呢，行政法人不是当然就是有问题，其实它关键就是说要不要受到公务人员的这个身份的限制。因为说了这个限制，就是说变成医疗业关掉的一定要公务经管，但是呢重点是说，哎，你要这个不受公务员这个身份的限制，但是你找的人啊，你就是要大公无私，你真的找到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这变成这个，我想这个是很关键，就是这个选择，这个是很关键的哈。那候选人、okay. 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你的时间到了，我现在要追问你啊。基本上，我个人认为你可能对行政法人不是那么了解，你也没有正面回答到我的问题。因为，我举例来说好了，就台南市议会质询上，连议员都自己说，当那个台南市美术馆自治条例他们在送审之后，他们其实没有看得很仔细，就他过了。那他们现在也想要试图去修改，那所以这个证明这个自治条例有很大的问题嘛？啊，不然他们议员们也不会想要修改。那行政法人最大的好处当然是他对于采购法跟人事任用的一个松绑。那可是、他没有排除这个采购法哦，就采购法他还是要适用哦，他不能够回避采购法，他其实关键的是就是公务人员身份的问题而已哦。他财务方面基本上没有到完全适用采购法，没有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基本上他还是要适用采购法，他不能够逃避采购法的哦。这个我要回答你问题哦，你可能认为说他可以逃避采购，错了，他要接受采购法的监督。对，那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针对人事这一块嘛，那应该是说未来你会希望透过立法去修改自治条例方式去限制或者是去管理或者是监督台南市美术馆吗？是，基本上你刚提到说，哎，他可以不受采购法，我觉得这个是错的，他一定要受采购法的监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至于说他要不要受到公务人员这个身份的，我想这个。我的了解，当时成立这个行政法人关键其实就是说不要受这个公务员身份的这个限缩，原来他们说，哎，至少看可不可以适用一下这个教育人员的当教授的啊，当老师的也可以来适用。其实某一个程度呢，就是说过去如果你是一个作为公务机构，你作为一个公务机构可能他受到公务人员这个限制了，应该我的理解了。哦，我的问题是我还可以继续问吗？后续问题我想说我们在网站上可以持续做追问，那我相信苏县长也会帮我们回答。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经过第一个那个许忠信委员的这个暖场之后，现场越来越激烈了。然后我们这个网络提问的第三题，来这个国土环境的也麻烦一下。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题是抽到谁呢？这是台南社区大学关于龙旗牛埔里的问题。好，那我们请一下，来麻烦一下苏县长，你好哈。我想这张图是我们龙旗的自然地景哈，那这是世界级的哈。那请问苏县长，你同意在这个世界级的自然地景把它设为全国有害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如果不同意，你是不是认为这里应该是我们台南市最古老的自然地景？因为它是200万年前从海里面浮上来的，比我们的安平啊，比台江、比盐水更有历史。那你愿意把它划为地质公园吗？那你有什么策略？我想第一个就是我对于龙旗
事业会七五掩埋场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支持，我想应该要讲清楚，而且我们从头就讲得很清楚，必须要征得地方人民同意，这个是当时我在县长任内就是非常清楚的立场。那这个黄教授了哈，黄教授还有这个陈永和这个先生呢，那么他有一段时间误解说，哎，这个当时这个是不是我要卸任以前那个水土保持的部分呢，是在我的任内以前通过了。那这个部分我要做说明，坦白讲，那是我后来你们给我的资料，我才到是我要卸任以前的两个月以前通过这个水土保持的计划。坦白讲，这个事情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那我也必须要做一个说明，就是水土保持计划跟兴建计划这是两码子事哦，这个要大家要清楚哦。就好像哎，你要盖一个房子，你先要做水土保持计划，可是不代表说你有你这是你的建筑执照，不是。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就是说你要兴建的时候你还是要一个兴建的执照哦，所以这个要把它区分开，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谈哦。那所以我个人的立场是非常清楚，我反对在这个地方盖有害事业会弃物掩埋场。那么当时这个赖市长的时候，他也说哦，地方民意同意他才会盖啊，可是到现在他当行政院长，其实他如果现在要喊停就喊停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应该要请这个赖院长，你当市长的时候说不同意，你当院长应该也要不同意才对啊。哦，这个是基本上我应该要这么清楚的表达了，就是说院长现在你有权利可以停职啊，哦，所以你应该要发挥你的 power 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么另外就是有关那么这个龙旗这个地方要变成一个地质公园。我想我可能要做一个说明，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大部分都在谈国家公园，哦，国家公园跟地质公园不一样，哦，是不是这样？黄教授，就是说这个国家公园是受到国家公园管理法的限制，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像台江国家公园、云嘉南国家公园，这两者是不一样，台江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管理法的问题，那么云嘉南国家风景区是这个观光发展观光条例的国家风景区啊，两者不一样，限制也不一样，也就国家公园的限制比较多，但如果是属于地质公园，这个应该就跟国家公园不一样了，就跟国家公园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概念上，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地质公园，不是国家公园哦。那么当时有人问我说，哎，你这个赞成不赞成划为国家公园？我当时的意见就是说，你应该要先征求当地居民的同意，因为当地居民对划为国家公园可能对他们很多限制有意见的，但是基本上划为地质公园我是同意的，划为地质公园我同意的。好，因为刚才苏县长讲到水土保持工程嘛，好，那我们知道今年年初台南市政府同意了欧新去做0.6公顷的水土保持工程，根据我们的核对，这个水土保持工程就是未来欧新事业会去掩埋场的自容池工程，就是跟燕巢这个自容池工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想请问苏万智县长哈，就是说如果你当选县长，你愿意把这个水土0.6公顷的水土保持工程撤销吗？好，这个如果这个是属于欧新的这个新建案的整体的一部分，好，那我同意这个一定要撤销。好，如果它是属于它的整体的一环一部分的，那么我同意这个要撤销。那非常感谢台南社大的提问，也感谢这个苏县长的回答。那目前现在我们的这个阶段要进行现场民众提问了，那一样要请苏县长来帮我们抽一个提问。好，好，谢谢。让我们看，希望这个有在现场，因为经过暖身，现在大家都越来越那个斗志高啊。好，来，抱歉。好。杨志达在吗？杨志达在吗？好，很明显的他好像不在现场。那我们请再抽这个
再请苏县长，哎，抽下一个。好 ，OK。蔡婉晴有在现场吗？蔡婉晴，一次、两次、三次，好哇，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机会，来，麻烦一下，谢谢。也欢迎在现在现场收看直播的网络上的朋友，也可以留言提问，我们等一下也会有时间，让你的问题就有机会被这个回答到。许遵义在吗？哦，这个也不在现场。好、哦、哇，这个很，哎，我们的这个还够，我们还有很多。好，谢谢。来，那现这个是麦玉兴，麦玉兴在吗？一次两次，麦玉兴不在。好，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谢谢。那好，那如果这个还没有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先等一下先问一下网络上的问题？好，那这一位是徐任远有没有在现场？徐任远没有在现场，那没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在这个，既然很多人还不在现场，我们现在就不能，我们来插播一下现场网络直播上网友的提问。那我们请那个刚刚的王希来跟我们做提问。好，那个苏安志候选人，那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我们在苹果上面留言跟在卧草上面留言都还蛮多的哦。那我迅速的问几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来自苹果日报的这个留言，有一位陈立宪，这个网友他问说，赖市长任内对于观光确实做得很好，请问你有什么大方向的规划可以让台南更好？这个赖市长任内是不是台南的观光做得很好，其实是值得讨论的啦，我坦白讲，我基本上认为那是因为变成一个直辖市的光环之后，那么整个台南的曝光度比较高了。那我认为台南的观光要做成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啊，这个才是我们变成一个直辖市最主要的目标。那比如说以这个刚刚讨论这个老城区，那老城区你光是市中心的停车场这么少，所以呢我们连停车场都不及格啦，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连骑楼无障碍都做不到啊，这怎么及格呢？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不及格，对不对？还有不止啊，你看看这个那这个运河蓝色公路搞了8年，现在也不通，一票500块，这怎么有吸引力呢？怎么算做得很好？对不对？你看两个桥放在那边闲置了8年，对不对？所以呢，我个人看法是，台南市的观光要做成那么这个国际级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停车问题要处理好。第二个，台南市定了一个台南市历史街区振兴自治条例，好，在座这个黄建伦兄应该有参与。但是刚刚呢，许忠信有人问许忠信，那么这个房子也被拆掉啊，具有漂亮立面的历史老屋也被拆掉了，对不对？这表示你这个历史街区振兴条例有缺点嘛，有漏洞嘛？你既然纳入这个历史街区的，那么这些建筑原则上都要准用所谓的暂定历史建筑的这个概念来管制啊，对不对？应该比如说你这个已经被列为这个老屋的，你就应该要用这个暂定历史建筑来管制啊，那这样就不会被拆啦。啊，那这个都不懂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先处理的是台南市这个老城区，好，这个历史街区应该很清楚的公告出来。那么现在台南市老城区、安平这些，应该要很清楚的纳入所谓的历史街区，然后要公告，同时呢，应该
某一个程度，这些都要列入所谓的准用历史建筑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同时我也必须要说，那么这些这么重要的老城区安平呢，有没有一个专责单位在管？现在看起来没有专责单位啊，所以呢，老城区这两个老城区需要有一个专责单位来管理，哦，包括从维护、规划、整修，而且现在钱不够啊，你怎么用更快速的时间把这些历史老街、历史街区的这个历史建筑古迹，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怎么把它这个整修？我想这个很重要。那么在最短时间内把市中心这个所谓的骑楼整平，让大家这个无障碍的空间，这都需要有资金啊，要有钱啊，要怎么去整合这些资源，能够快速让它能够完成？我想这个是第二个。还有我们对友善观光客的 City Tour Bus 现在够友善吗？我们 City Tour Bus 现在我看是不够友善，我们应该让那些观光客哎来台南，我就很方便跳上什么车，我所有的这些老城区的景点，两个老城区都可以很方便的到达，哦，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很方便，能够坐上这个 City Tour Bus 很方便离开，哦，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台南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是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亚洲运筹中心呐，啊，我们的安平古堡是过去的热兰遮城，我们的大园市镇是台湾第一个市镇的，那么这些呢没有人知道，没有办法发扬，所以我们认为呢，应该要重建热兰遮城，这才能够吸引国际观光客，啊，要把这个大园市镇建立起来。那么这些呢，最好的地点就在什么呢？就在溪公岛啦，溪公岛底下不知道要冲上，把宜光岛呢变成一个重建热兰遮城以及大园市镇，那么可以吸引国际观光客，那么作为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台湾迈入世界历史上那么最重要的地标了。如果这个盖起来，我相信台南的国际观光客一定很多啊，不计想那的，那会变成一个十七世纪的影城啊，那就是十七世纪的影城。好好，那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问题哦。那有一个问题的话呢，是在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粉专，以及在卧槽粉专，以及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其实都有人一直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就直接问啊，这个是他直接问说，请问苏焕智先生，你对婚姻平权修正民法你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婚姻这个问题是现在最热门的问题了哈。不过呢，其实答案也蛮清楚了。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已经给了答案，也就是说，你在今年、在明年的五月份以前，如果没完成修法，那么现在呢，就可能要适用民法了。但是在这段时间呢，立法院怎么去处理？包括你要用特别法，哦，包括你要用这个专章。哦，或是在这个同一章，或是准，或是适用。那么目前呢，大法官会议在这个部分呢，是授权由立法权去做决定了哈。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不管是采这几种方式的选择，那么在今年或是在立法院最终的处理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很清楚，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那么有关婚姻是受到这个基本人权保障这个原则大体上已经确立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道德。那个苏焕智同学，我直接这样子打断下了哈，因为我想网友大家想直接知道的事情是，大法官事先做出一个结论，那他的问题很单纯，就是修正民法，婚姻平权修正民法，你的看法是什么？那讲直接一点，就是你对修正民法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先不谈大法官的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民法里要你要这个在定专章，或是在要同一章处理，或是要这个在同一章里面的一个条文去做处理啊，我觉得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那么在整个实质的法律的效果并没有差异。哦，你认为没有差异？在实质的法律效果并没有差异啊。
你的意思是说修民法或修专章没有 法律效果上的差异？对，法律效果没有差异。所以修民法或者修专章你都支持或者基本上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法都符合大法官会解释的授权范围了。 OK， 所以修民法修专章都你在你的态度基本上在你的认知当中我的态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OK 那如果是修另一个特别法呢？另立一个特别法的这个坦白讲就是说另立一个特别法的障碍可能会比较高，冲突会比较高，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如果大家愿意这样的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它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有社会冲突性的东西。所以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您的看法当中可能认为修特别法比较就您的看法是不是比较不符合大法官解释的范围，您会这样子认为吗？我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哈。OK， 我想我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我这个我的讲法其实就是很简单，大法官会已经过清楚了，然后你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法律效果通通是一样的。OK， 好，那我们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那问的是这个在卧槽的留言当中有一个问题是黄冠伦，他的问题是面对台南大学七股校区的延宕案，那这个校区在您之前县长任内的时候通过，那现在南大想要把这个土地还给市政府以及台南大学文化校区土地的移拨案，那您有什么看法？基本上在少子化的狂潮下，那么的确当时这个台南大学台南校区的时空背景，那么这是一个20几年前的案子，坦白讲的确是已经是这个不合时宜了，我们也必须要这么说了哈。那至于说这个台南大学未来这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哈，那当然这个就会在炎帝这个地方，只是台南大学怎么去发展它的定位哦。我个人认为台南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它用台南这个名字，所以呢台南大学应该要 focus 台南跟台南大学的连结关系是什么？校地这件事情啊，反而不是最重要，而是说，比如说，台南的历史文化呢，台南大学走得比成大还更快的，所以呢，台南大学，我们在台南有什么优势？历史文化之外，台南呢、也是目前全世界保存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文化底下的传统民间信仰保存的最完整的地带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台南大学很值得去发挥的。那台南大学应该要想办法跟整个台南的发展要结合，它的整个研究课程怎么跟台南做结合？如果它能够跟整个台南的愿景、台南未来的研究的方向能够做结合，我相信呢，它的发展的空间会更大哦。所以，我认为呢，校地的问题我们会尽量的支持，但是呢，重要是那个方向要怎么跟这个城市共存共荣，把这个城市的远景那么更清楚的发展。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这一个阶段就到这边。我们是不是看一下下一棒应该是高思博候选人到现场了吗？哦，到了。好，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舒焕州选的。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下一棒我们就请那个高思博候选人高候选人来到现场。那事实上。OK， 好，补充一下，大家其实可以在报到的地方可以签到，我们就可以确定说哪些有在事前有提问的民众，你的问题你有来到现场，我们这样子就不用像刚刚很尴尬一直抽不到。对，那个这边也是题外话，也是说这个其实刚刚候选人们在这个的回应在网络上面，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留言，但我不方便念出来，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些内容当中回应的态度如何，大家其实都是蛮清楚的。那我不知道高候选人，好，这样子的时间岂不是让我有点尴尬？不说个笑话也不行。好，我自己个人对于这样的活动，我是觉得蛮
开心的、啊、就是说因为呢真的可以让每一个候选人的表现跟态度是让大家可以明确的看得到。那这也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来到现场这边来回应大家的回应，正式面对民意的这些候选人，我自己就觉得蛮可惜的、哦。好，好，感觉前面好像有红地毯，嗯，感觉蛮久的。好好，高候选人是否我们可以？好，高座候选人，那我们是不是请这边上？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就直接上来这个三分钟的这个舞台擂台来面对民意哈。好，那跟高候选人稍微说明一下哈，我们等一下要进行的模式的话呢，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网站上面联署提问的问题。那当然这边我们也看到网站联署提问的25题通过门槛25题当中，事实上高候选人这边团队也都已经回应了，然后已经在网站上面回应了。那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就是鼓励的事情。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是有可能从里面抽到问题，那面对面的来去提问。好，那我们先来就这25个题目当中，我们大量分成6个议题的方向。那我们就这6个议题的方向，我们先抽出3个议题，然后再由这议题里面去选抽出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先请这里有6支签，好，请你抽出3支。好好，那我们来开讲哈，来这3支，我们第一支，好，又是文化，好，今天文化中签率很高，3次都有它。好，第二个，好，第二个是社福与劳动，好，社福与劳动。第3支是性别，好，性别。好，那我们就拿这3个签筒来进行抽签。那第一个，我们就按照顺序，第一个是那个文化嘛，哈，文化。那文化3支签，对，抽一个，好，这是等一下你要面对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也是台南社区大学的问题哈，那我们请社大的朋友来，那一样提问1分钟，然后候选人有3分钟回答，我们会有按铃，然后最后2分钟的追问来。呵，哎，大家好，高候选人你好哈，是，好，来。我是这个台南公民智库的执行长吼，我想这个问题是安尼，因为台南公民智库登记以来吼，伫即几冬吼，一直咧推动这个台南市应该爱有含其他所在伫古城区内底有无同的这个所谓的旧城的这个特别条例，针对这个历史的区域内底就对啦，来做这个特别的都市计划啊，因为这个物件涵接的范围真大吼，就是讲。安尼做可能是毋是会当来？因为台南的历史街区内底除了历史的古迹以外，其实足多拢是私人的财产，对啦。啊，毋知即、這个参选人各参选人，你对着就是讲面对着即个私有财产了，对？因为要保存的时阵吼，真侪即个私有财产会牵涉到私人的财产的部分了，对？你对着安尼历史街区有啥物款的想法，还是有啥物款的即个看法会当？和大家来这个指导一下。我感觉这个咱台南的历史街区吼，讲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财啦，吼。那伫这个世界各国吼，我知影，我有做过一点啊研究啦，吼。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先例的哈，比如讲像澳洲的一些国家哈，啊，还有像加拿大的这个魁北克哈，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条例哈，啊，来限制讲啊，你对私人的财产哈，啊，来做这个不符合这个啊整体风貌的改装啦哈。那我是知道说
像这样的一个限制吼，你当然讲起来，你若法律上讲起来，你要限制人该种人的财产啦吼，还是该做咱的人的不动产以及他的附着物啦吼，当然你要有正当的一个法律的停书啊，而且实际上啦吼，嘛爱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啦吼。那我认为像这个保存历史街区啦吼，这样在世界上看起来的实践吼，应该是一个蛮正当的理由。那当然你知道说以爱护好公几瓜。法律上基本的要求，比方说比例原则啊，像这些东西，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些是有先例，而且他的做法也蛮具体，比如说你如果在这个历史街区他可能会发特别的车牌啊，所以你外面的车可能没多进去，要用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运输工具。那当然我们台南市基本上有在科鲁说要做轻轨啦，轻轨这个事情可以配合我们历史街区，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个循环式的轻轨，这样当然你不妨碍到人住在里面的人，本来住在里面的人，人行的权利啦，那同时你也可以让这个街区保持它原来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应该在世界上来讲都是有潜力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像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外观的啦，比方说我知道说像京都他们有一个是叫做屋外广告物的一个条例，就是说他要把他的宫格的交白基本上都用统一的规格了，那这个事情也是需要用立法的方式来处理，而且说实在他也不只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啦，他将来可能还牵涉到说如果要修缮你可能需要想起来那种建材银行这款的单位吼，啊，无你讲要人去修理家己的厝，啊，你又要符合他，又要符合他一定原来的风貌吼，人家买建材搞不好还买不到，好，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蛮多的那个配套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说实在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说这样子造成人家太大的负担呐，所以配套也一定要有啊。好，这个是大概对您这个问题的回答哈。我继续往下问，就是说那你是不是同意未来在您当选你市长以后呢，你愿意来推动这样子的特别的都市计划，将它放在都市计划，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老街的振兴条例，因为它是在文化局，它其实没有任何的主管权利，它连补助立面都只有20万。那以高雄市的例子，高雄市是都发局管理，所以它一补助的这个用都更的方法就是150万起跳。那您是否同意未来的这个将这个历史城区的保存呢，由文化局呢加上移转到这个所谓的都发局，由都发局来订定这个城区的特别条例，来推动这个整个旧城区的保存，包含台南旧市区、安平，还有像盐水等等这些有被列的这个现在的振兴条例里面的这些范围。那不知道您的看法跟您是否同意这件事情？好，多谢你这个问题，我头先已经讲吼，讲他你若要甲人做这款永久的限制，吼，你事实上也要配套让人家方便，吼。那刚刚提到说，如果他把它放在都发局，它确实有个好处啦，好，它可能会比较有这个 finance， 就财务上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处，哈。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是可以做的，哈，是可以做的。那当然我知道的一些例子，哈，比方说我很喜欢去。南门路上有一间那个这个窄门咖啡啊，哈，那窄门咖啡它一开始它那个改装哈，它其实很多都是自食其力啦，哈，都家己本来人接落来吼，啊，都家己冲啊，哈，啊，所以真侪其实在过程用到拢非常的辛苦啦，啊，用的好势，第一是环境的因素，是讲咱台南市吼，房地产的足侪年拢无起啊，好，所以它就。保持那个样子，没有人去动它啊。第二个当然是有人刚好遇到有心的人呐，好，所以你讲家里红装修的家里老屋吼，装修料也喝水，很多也是刚好他遇上有心人呐，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那么有系统性的一个推动哈。所以刚刚您提到说哪边搞这个相关的职权哦，对文化局依赖都发局，我认为在 finance 就财务上有好处，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做。那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什么地方要划进去哈，你刚刚讲了好几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要更进一步讨论一下。时间到，我们看下一题，下一题是社福与劳动里面有四个题目，那我们请。候选人一样来抽一题，哎，候选人，好，来，我们一样抽一题。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
好，是这个成大学生会的问题。那有来到现场吗？好，成大学生会的问题是有关上任之后落实劳基法跟改善劳检制度的问题。我给他看。高候选人您好，请问一下，如果您接下来年底选举很顺利的上任的话，那你要如何去落实劳基法以及改善劳动检查制度？因为就是根据我们成大有学生他们自行做的调查的结果是说，就是在就是只有12%的雇主他们是符合劳基法规范的。那所以说，如果您上任的时候，会希望去怎么样的去落实劳基法还有劳权的保障？我想您这个提到的说成大的同学哈，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哈，可能我找的资料没有错哈，好像是二林社有做过一个相关的调查，林二社有做过一个相关的调查哈。那我觉得我们先谈那个劳检的部分哈，我们台南哈有很多这个市政府组织上的这个设计哈，他讲的，我觉得讲实在一点，我觉得都蛮奇怪的。好，他很像是在六都里面都独树一帜了哈。我们台南现在负责劳动检查业务的是一个叫劳检中心呐，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劳检中心是2017年才成立的哈。那我觉得将来如果要加强哈这个执法的能量，好，这个整个是一个总的原则，好，加强执法的能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劳检哦，很多都是流于书面式的检查，好，比方说你去那个地方，你就看说，哎，你有打卡记录了哈，啊，你个问题是打卡记录较怕，但是问题打卡了该上班，啊，这里把差别出来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调查了，好，而不是光是书面式的审查，好，因为如果你光是书面审查，说实在立马没可以很丢，你的干脆哈，干脆调来苏宾来的也得怎样嘛，好，所以我是认为要从事一个实质性的检查，那。如果违反的话，其实他那个法律上面有罚则啦哈，所以我是认为说累犯的话哈，应该要从重的去处分，好，从重的去处分，那从重去处分，我觉得才能发生比较强的吓阻的作用。那至于这个整个劳基法的现在相关的问题哈，我是觉得说有两点哈，特别需要去处理哈，才能够去处理我们这边工时很长哈的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滥用责任制啦，好，滥用责任制，我想这个也不用太解释太多，大家都很清楚。那第二个是当然它相关的书面造假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是，很多时候这个公务机关哈，它事实上自己都带头啊，好，这个用这个临时人员哈，那这些都是这个没有办法符合劳基法哈的基本精神。当然，劳基法也有很多它。我刚刚讲的像这些，这个不是完全涵盖到所有我们的受雇者哈。那但是我觉得，这几样算是特别严重的。那比方说还有一样是雇主哈，对于退休金的提拨哈，现在都是规定说6%哈。但6%，你真的算一下，如果你用最低薪资23,000左右去算哈，它事实上是不足以保障退休的啦。那我们劳工自己提拨的比例啊，事实上向来都蛮低的哈。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劳工他自行提拨的部分有这个诱因呐、啊？好，自行去提拨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你要让人家愿意提拨，很大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人家你要能够帮人家创造财富嘛。那帮人家提拨进去，你根本没有成长，那谁愿意提拨呢？好，所以这个是我大概的回答哈。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了解。那谢谢候选人。那我这边有两点追问哈，就是首先是像候选人前面提到说，我们台南的确劳检机关是比较特殊一点，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劳检处。那请问他，如果您上任的话，有没有在台南设立劳检处的打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就是虽然您刚刚提到说，就是我们很多劳检是做一个形式，做一个书面，但是我相信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劳检的人力不足，所以说劳检的覆盖率会不够大。事实上，根据2016年全国劳动检查统计是只有9%。那请问一下，这部分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善的方法？我觉得您刚讲的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很具体啦，哈，就是我们要不要把那个劳检中心哦，本身升级一下哈？说实在，我觉得劳检中心这个设计哈，它本身就是一个
可能是想要规避某些这个法律哦的一个结果，比方说他也许是想要多用一些没有公务员资格的人啊，或者是说多用一些聘雇人员，那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啦、啊。但是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理论上其实你要执行公权力的人啦、啊，照理说是应该要具有公务员资格啦，尤其是你说到最后要开单的人啦、啊，哈、哦。那所以我是觉得您刚刚提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可以这个一并的说，好、哦，我认为他应该要把它提升到这个劳检处，哈、哦，不然的话劳检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引人疑窦的一个设计了哈。那第二个，如果说要增加相关的执法能量，你要增加那个有资格的公务员，其实几乎也是必然的啦。好，不然的话，你如果都用一些没有资格的人啊，那事实上他能够真正到最后开罚的人还是非常的有限啦。好，那所以我们委托去执行公权力哦，当然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得不的方式啦。比如大家知道说，你哪公啊，要甲车吼去开开停车的迄单啦吼，啊你啊真正拢每一单拢用警察开啦吼，他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你最后执行那个要罚的那个时候，那一定是要具有公务员资格的人，这才合法啦。好，谢谢候选跟提问的。那我们抽出下一题，好，下一题是性别的问题，好。好，哎呦。好，这题有点直接。好，这题是婚姻平权大平台的提问。好，问的问题是有关就是年底公投票的问题哦。好，其实你可以贴上面。好，来，好，来这个一分钟。好，可以开始了是？可以开始。好啊。婚姻平权大平台非常开心有机会可以直接跟高候选人来进行对话跟提问哦。那我这边要代表婚姻平权大平台提问的部分是我先直述一下这个题目，就是作为高候选人一样是作为一个宪政社会公民的一员，那您是否会对反对否定同志平权的这样的公投投下不同意票？好，刚刚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如果你就那个题目上直接来讲哈，如果是否定同志平权的公投啊，我会投下不同意票。好，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您事实上心里面在想的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的哈，可能这个是我进一步可以说一下。好，我认为这个年底现在所发动的这个一个公投的公投案哈，就是关于那三个题目哈，那三个题目，我想我也不用再特别赘述，就是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哈，这样的一个公投案，我认为这个公投案哈，并没有违反婚姻平权哈，那这个公投案这个没有违反婚姻平权，所以我会投下同意票。您的回答只有说因为第一道题目没有违反婚姻平权，所以您会投下同意票。就是您的前提是说如果违反这个婚姻平权的话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会投下同意票，就否定同志平权的哈的公投要投下不同意票，这我是赞成的，但是我只是很具体跟你说我认为年底的这个现在的那个具体的公投案哈，我不认为它有违反同志平权，好，因为就748号的这个解释啊，大法官有特别有提到说，这个让同志结合得到法律上保障的方式，它有很多种方式，好，它没有一定这个只限于要修改民法相关的规定，好，它有提到说修正婚姻章、民法亲属篇另立专章、制定特别法或其他形式，这些都是可以可能的。好，那当然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每个人的价值观了。谢谢高候选人哈，因为其实您的回答非常的精确，也就是说针对下一代幸福联盟所提的三项，第一个是认为同志应该排除在民法之外，民法应该要限定在一男一女，
以及同志教育应该要完全从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里面拔出，这三个公投您都会投下同意。我想这边就是再更精确的跟您确认一下。是，对。好，那这边我继续进行追问，因为高候选人的回答非常的明确而且清楚。那我想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您也曾经有投书过，您自称自己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那对于婚姻平权的看法是非常的采取否定的态度。那一直到今年，您的立场也是非常的一致，在今年的3月台南彩虹游行这样子一个支持同志权益与性别平权的活动刚落幕的时候，您就立刻在新闻上面非常直接的抨击说这个台南彩虹游行非常违反台南人的传统价值。您认为婚姻平权不应该是台南人的价值，而应该是要维护一个传统跟情理法义理哦。那我想要这边跟您确认一下，您所谓的婚姻平权不应该是台南人的价值，那是不是请您回答一下，所谓的台南人的平权价值应该要是什么？我们认为说任何如果违反法律相关的平等保护那这个当然涉及到违反人权的事的歧视，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的那但是是不是这个同性的这个结合关系，他一定要用民法的婚姻来加以定义？我认为这个是没有任何必然性。比方说，如果你问我另外一个问题，像将来如果市政府在关于劳动或是关于社福的事情上面，我们市政府在如果我有机会主持的话会怎么做，那我可能就会跟您说，比方像德国的很多案例关于这个租屋的补贴那异性婚的那种租屋补贴，在我主持的市政府下同样的会适用到同性结合的关系。所以它的完全的重点，我的重点只是在于说这样的一种结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使用民法的婚姻来做处理，那我不认为要这样，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的传统是值得尊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是传统主义者。时间也到了。我如果占太多时间，你提醒我一下，因为我没有时间到了。那这个题目就涉及到年底的两个公投，那刚刚候选也都其实就分别他的立场都讲得很清楚，那当然大家可以来做判断。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是现场民众的提问。那我们希望这边应该抽到，应该是现场朋友应该都在了哈。那这边是现场的朋友，他们事前的一个网络，在网络上面报名的时候就有留下，先抽一个，我们预计抽两个，先抽一个。好，那这我拿一下。好，我们来开讲，是哪一位朋友？陈永哲，好，来，陈永哲先生，我们到这里，问题蛮多的，好，来，你有30秒时间，可能讲快一点，来，好。候选人你好，那我针对的提问的部分是关于道路的部分。那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路平的问题。那其实各县市都有路平专案之类的，可是品质不佳或者是说工程缺乏，就是会让人家质疑，那是不是有收回扣或者是说土地厂商的问题？那如何改善这个状况，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它做好？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淹水的部分，结合第三个问题，那是否会考虑把台南打造成海绵城市？那以上，谢谢。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事实上非常好那这两个问题可能大家不一定会想到，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相关性因为大家知道说最近这个永康中华路它有一段路的突然塌陷下去那我们台南市地下的世界啦，我讲的不是说地下起电一关艺术啦，是讲路以下的台南市啊。事实上，可能大家如果真的去探究的话，会发现它可能非常的复杂啦，非常的复杂。像我们台南市有很多以前那种都市计划以前的这种乡涵啊，那照理说，如果要让它不淹水啊，是汛期以前你都要派人家去清呐，真正是爱人行入去你敢知影内底的情况啊？但是问题是咱台南市。都市计划以前像中华路底下那个乡涵都是建商他设的土制乡涵啦，那这种土制乡涵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进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让台南市
不淹水，然后又刚像你讲像路平啊，我们其实一定要自己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这个地下的剖面的地图啦。好，那当然一个比较治标性的做法，大家可以想到说，哦，如果说要挖路，好，应该要尽量少挖路。比方说共同的管沟，如果要挖路的话，大家都要去尽量敲这会啦，好，麦公这个台电欧几盖，然后呢瓦斯又挖一次 cable 哈，有线电视又挖一次，大家其实可以共同的来这个开挖一次，然后解决大家所有人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要回填的话，那个照理说一定是要按照一定的规格啊去回填，好，而不是说像那我们现在填的那么薄，那你根本就经不起大雨的考验啦，好。但是我总的跟大家报告说，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要一起答？因为最近我们台湾是这个这多罪哈啊，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出现了很多天坑啦，那个其实跟我们台南市地底下的状况是非常有关系的啦。好，但是地底下的状况我跟大家讲，波浪斩亚啦，好，波浪斩亚，有些很多地方，尤其是没有都市计划的地方是没有人知道的。好，那这个讲起来，其实我们台南市地下的这些事情哦，很多时候比地上的事情重要很多啦。好，但是现在处在无资料可考的状态，好，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有人去下这个苦功哦，去做这些事情啦，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哈，这个没太得该管啦。好，所以与其你说把钱花去那种地面上的事情做一大堆哈，就是大家所讲的放烟火式的是做一大堆哦，不如比较这个下真功夫哈，来做做地下的事情哈。那这种事情当然一定要有人愿意比较不考虑选票的角度去做了，好，那我是觉得我们台南市其实应该到了这个时候，否则的话汛期一来哦，其实我们是非常危险，好，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底下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再抽出一题哦，来，这也是现场民众问题啊，再抽一题。好，这位朋友叫关东祖先生。好，关东祖先生，你有来哈？好，来来来来来。哦，这问题是问宗教哈。来，关东祖先生。你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哈，我是台南市内永平工会这个工会理事长，我姓洪。我想问高师伯委员哈，因为我目前台南市的很多宗教文化相关的活动，因为环保局的空污法，包括现在因为哈金香紫竹，因为空污的关系，在应该说在政府的也不断推广之下，一直逐步包括他以米代金啊任何方式，请问你对台南市未来这个宗教方面，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要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或看法，或是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限制等等这样？我帮问一下，因为可能刚刚这个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完整，就是说他的问题是说台南市的宗教信仰跟民俗活动，那这个市长倾向如何规划跟执行金香炮竹等民俗用品，是不是应该排除在空污法的法则外？你的问题是这样子吗？好，好，那请候选人回答。好。我们就这个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讲的稍微宽一点啦哈。大家知道说，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重视传统的人，好，所以对于这个南宫喜儿金呐哈，还有这个炮竹，像我自己的家乡哦周楚家啦哈，就是大家知道安南区的十二殿呐哈。那个地方，我们有个地方叫我们有一个叫南天宫啦，哈，神龙南天宫。哦，我们那个南天宫哦，就是在这个几年前哦，因为违反空污跟噪音哦，被开了这个好像30张罚单吧，哈，啊，后来小半块，因为讲旗舰户桥啊，好桥噶存那种存砸丢啦，哈。但是这些我认为都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啦，哈，就是你一方面这个法律上哈，把它定到严苛到没有道理哈，然后呢事后又吼人去瞧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
唔掉的代志啦，好，这么说好了，好，所以我认为说，既然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哈，我认为我们洗耳恭敬的代志，好，我完全不赞成哦，这个用空屋的理由，好，就把它给禁止掉，好，但是我赞成你如果说你设一个环保香炉啦，好，好，大家去要洗耳恭啦。我认为是 OK 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说，大家都去放在焚化炉里面烧啊，好，这是不对的啦，好，那这个也是对人家的一种不尊重，不表，不管你觉得他这个信仰是你认同或不认同，好，我是完全不赞成这样。另外一个角度是空屋啦，哈，我觉得一天到晚去抓人家这种事情哦，就很像是前一阵子那个大卡车跟大货车啊，他们在路上抗议一样，好，那你这种严重污染的东西你不去处理，好，那你现在光去一天到晚去搞那种跟人家生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好，那生计像北京的人其实人一堆呢，大家如果到菜市场去看看，那个北京的人很多啦。刚我意思说，我看过你提出一个说，你希望能够维持台湾文化底蕴，我只是说针对你做的这个东西，你有什么样实际可以执行的，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啦，哈，我们其实应该要仿照其他县市一样啦，好，设环保香炉啊，好，好，大家去修啦。啊，那包括我中高瓦东没有办。中高瓦东哈，我觉得我们不但哈可以这个鼓励，甚至还可以扩大。现在市政府有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啦。其实其实我讲的，因为虽然我是业者，但是其实我买钢筋有些东西。可能会有些比较声音啊声啊是怎样啊，这部分当然如果是说会影响到居民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是做什么规范或等等这样？我觉得齁，因为你说啦，这款大活动的时阵啦，不管是我们的这种水电啦齁，还是说庙会啦齁，或者是你说像国外的那种西班牙那种奔牛节啦，或者是你说像什么泼水节，或者日本他们台神教游街啊，那他们如果是在这种期间啦，好，一定都要去特别的去申请啦，好，所以我是认为说，基于民俗的理由啦，好，有时候，你本来空屋或噪音管制的那个法益啦，好，大家知道法律上的利益啦，好，法益啊。有时候可以退让一下，好，就是特别的时间，所以他要特别申请，好，如果你平常是不行哦，平常人家那个噪音管制要遵守，但是如果你是特别节庆，我认为可以去申请，申请以后我觉得可以得到一段那种比较宽松的期间，我比较赞成这样。谢谢谢谢。好，谢谢提问人跟候选人。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是这个直播上面也非常多网友的接续刚刚的话题，那我们有一些留言的问题，那我们请国军来。好的，那因为我们现场有苹果日报的直播，还有我们卧槽的直播，那我先询问一下，这是来自于卧槽脸书专业的网友吴慧如的提问，他是提到说，政府的职训中心也会提供求职民众不合法的工作职缺，然后也没有去限制厂商，那这个要如何去解决？我好像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类似的消息哦，就是说政府的自己本身PO出来的职缺哦，事实上都是不符合这个劳基法哈、哦。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啦哈、哦，但是如果是我来做的话哈、哦，这种东西当然不但是立刻下架的问题啦，好、哦，他可能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检讨，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当然最后一端最后一个最下游的事情当然是要依法处罚啦，好，要依法处罚，好，那我是觉得政府我不敢帮他这个挂波检哦，说他完全没有系统性的说我就是要故意PO这些违反劳基法的职缺，哈，也许他有系统性的原因，好，那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好，但是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觉得不但是不能准许，而且这个要追究这个原因，而且要立刻开罚。那还有另外来自于苹果日报的网友，暴食空母赤城、他提问是说，他提问有点长，我就简短的帮他提问，就是关于台风假的问题，不知道如果高师伯参选，如果担任是未来担任市长，会怎么样处理台风假问题？会在什么样情况宣布放假，还是说一样要照什么气象局啊等等？我觉得放台风假哈，这唔免动车工哦，
要跟老天赌气哈，说要表自己做搞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啦。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要体谅的就是大家的生活的方式啊，就是很多都是根本就是上班族年轻的父母，他把这个小朋友送去上学，然后去上班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放台风假哈，一定要去这个了解人家的生活的作息跟交通可能会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好，所以绝对没有那种说这个放上班不上课哈的这种方法，因为这跟很多人来讲，人家马上就遇到问题嘛，你只要被他出力嘛，好，所以我是觉得一个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是一例子是最近台北市放一个4点的，然后呢所有人就冲出来，然后就很像是过年跨年夜一样，大家都堵在那个捷运站里面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没有经过思虑的一种做法，好，所以我们如果要放台风假，好，就我看就是我们要让人家有预测可能性，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去调整我今天的schedule， 我今天的这个行事的这个时程，好，然后呢也要去注意说不要造成那种交通的拥挤，或者是很多这种负面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放台风假我们除了依照标准以外，它本来就是一个地方首长可裁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裁量的话要注意这几件事情，我觉得我也不会死板板的按照这个说中央气象局的一个标准就是决定放不放，我觉得这些问题要考量人家的生活作息。了解，那抱歉我再补充追问这个最后一个网友提问，是来自于卧槽粉专的傅崇义，那他提到就是说有看到这个国民党最近在慰安妇议题上发生许多，就是有许多的发生啊，然后让人家感到欣慰，那想要询问就是说，那关于这个在831军中乐园的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个一致的立场，那对市以市长的身份有没有什么要的看法？好，我觉得那个慰安妇跟这个831的情况，它最重要的如果它有共同之处，重点是在于说有没有这个受到强迫或欺骗哈，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买卖这个就是说怎么讲对性交易哈，它本身是一个公共政策式的议题哈，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绝对这个不能碰的一个道德禁忌，好，像现在我们法律上事实上也是如此，好，就是这个性交易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是说各地方大致愉快，当然我们现在的民情是根本没有地方开放了，好，根本没有地方开放，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讲说这个831跟慰安妇之间的差别，慰安妇是联合国认证过的，它是被强迫的军中性奴隶，好，那831的情况这里面这个有些情况可能是受强迫或者是受欺瞒或者是无经验，好，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它其中如果也有一些是就是以前军中这个制度，好，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些以前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些也是阿嬷，好，我觉得可能应该要给他们一笔离退的一笔退休，而且应该也一样的要让他们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好，跟慰安妇的情况，如果他们也心理上有一些阴影的话，也让他们能够接受国家一样的给他们这些相关的服务。了解，那抱歉，我再补充一下，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性这个有点像是性交易专区的部分，因为我知道这应该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嘛，因为中央有相关法规。对，那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您未来当选市长，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开放？这样，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就刚好跟我们刚才讲同婚哦，是一我的立场是一样的哈。我觉得这就是按照如果大家对于那个法律上的一个讲法熟悉的话，就是社区标准，好，就是我们这个社区它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来决定这件事情在共同的社区标准之下怎么处理。如果以我现在的认知，我认为我们台南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要开放性交易的专区，好，那但是我会把它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议题，而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绝对的一个
这个伦理上的一个问题。好，那但是我认为应该要处理的方式是社区标准。谢谢高思博候选人哈，那非常感谢他，那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哦，也是在这边被拷问了三十多分钟，那我们就紧接要看下一棒的候选人哈，那我们给候选人我们。那我们请候选人先这个，哎，谢谢谢谢谢，好，我们。那我们请黄伟哲候选人来到台上哦，那您的这个舞台在那一边哦，好 ，OK， 好，这个接下来的话一样，那个因为黄候选人刚到现场，我很快的说明一下这个规则，就是我们在三十分钟时间内，我们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网站联署过百人的问题，有二十五题，我们从里面抽一题再抽问题，然后以及现场民众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也是从里面抽，那所以我们现在先进行第一个阶段，就是从这里我们分类有六个议题当中抽三个议题出来，那每一个议题我们会各抽一个问题，等一下再请你抽。好，我们一次抽三个，然后我们等一下一起开奖。对，好，谢谢。那我们来开奖，好，好，谢谢。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是教育类的，好，教育类的，教育类的议题。OK， 好。那第二个，第二个是社福与劳动类的，好，社福与劳动类的。然后第三个是文化类的，好，文化类的 ，OK， 好，那我们也签也准备好了。那我们一样，第一个教育类的，我们这五个问题，我们请那个黄候选人抽一个问题。好。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开奖。OK， 好，这个问题刚刚有人答，有问，有抽到哦，是台南署的这个问题，不当管教这个台南署的朋友。OK， 这样够近了吧？那我今天是台南社区大学的代表，那同时代表台南署来回应，来询问委员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台南市呢有很多不当管教及体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委员会如果你的就任市长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我想非常简单的回答您这个问题哈，您等一下可以再追问。对于不当管教，基本上台南跟台湾都应该是一样，是零容忍的。即便有些家长会认为这个教鞭下棍子底下才出孝子，但是在现阶段的时代里面已经不容许了。所以这种不当管教不仅在于这个肢体的打好或者是骂，而且在于言语的歧视，或者说这个揶揄，我觉得是这部分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我非常注意到的就是说，过去有时在不久之前，台南有些地方甚至包括国立的学校都有类似像比不当管教更严重的，像性侵或者是对于这个一些他的学生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性暴力。那也有一些学校私底下被抓到了就是说在家长的默许之下，老师从事体罚这样的这个动作，那么家长反而是替老师说话。我觉得其实台南作为一个古都，作为一个文化的老城市哦，这种情形我说应该是零容忍的。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担任市长的话，我们在这方面会加强查。其实我们是蛮多的督学的，但这个督学的系统好像跟学校的系统校长的系统，有时候督学是后用的校长，有时候督学是校长下来的当督学，那跟原先的校长们跟原先的学校好像都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事实上有没有办法能够担负得起，或是真正的严格查一些违反教育体制、违反教育法规的一个现象，我们是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但总之
在我们在很多现行的教育体制底下，好，现行的学校底下有纯粹的存在的某些黑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如果有机会担任市长，这个部分一定是决定严格的查查。OK， 那谢谢委员的回应。那我想要针对委员刚提出的体罚零容忍这件事情，零容忍这件事情，你要做到零容忍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今天你当选市长之后，那你要如何在政策上面达到零容忍呢？因为像您刚刚讲的，在里面任何的结构正义里面，它都会有所谓的黑数。那你要怎么去抓住这些黑数呢？有人说这个理想只有一个哈，但是我们只能尽量穷尽的接近理想。零容忍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就如同我们对很多事情是零容忍的，对于这个酒驾是零容忍的，酒驾还是会在许多的案子里面出现，在许多的，即便警察我们立法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罚则，在这个市区的街角，这个警察查的人力投入也相当多，但酒驾还是有发生。那对于体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目标比较单纯明确，就是在学校时间，就是上课时间。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如果现行的教育体制内控没有办法处理的话，我们不排除这个在引进所谓的外控系统。什么叫外控系统？就是可以让公民团体，过去有人本，那在地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团体能够做，就是当他们了解，但我的意思说，这种所谓外控不是说突击检查哪个学校，突击说，大家不要动，有没有体罚的小朋友，或者同学来一个一个，来把他抓起来问老师有没有体罚，老师有没有体罚，不是这个样子，是借由侧面的去了解，然后再不影响到班级教学现场的进行的前提下，能够去了解这个真相，尽量把这个黑数压到最低，最好是做到零。要是对，对不起，我一定要把这个部分纳入校长的考评。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话，校长或者连带的这个教育主管机关的这个官员，可能要受到这个连坐的处理。OK， 好，谢谢。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社福与劳动的问题，请我们抽一个。好，来，那我们来揭晓。好，是来自于欧巴桑联盟陈冠轩的你们这个代表到吗？欧巴桑联盟。好，如果没有，有。好，那是关于如何推动落实亲职支持系统的多元选择，那我们请。那个候选人好，那他请请教哈，就代表巴桑联盟请教一下，现在台南市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把亲子制限放在劳动跟社福这个部分？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少子化的问题，年轻夫妻之所以不愿意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照护，为了小孩子照护。我们看到台南市很多偏远的、比较偏远的社区，也有很多是由爷爷奶奶这边来带。那这个未来如果您当选之后，对这个亲子制限怎么来透过政策的支持？可以让这些我们家庭的负担可以得到解决，好，请候选人帮忙回答。我必须很诚恳的面对这个问题来承认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少子化，从过去的总统到现在的总统，现在的政府也一样，都说是国安问题，但是大家面对这个国安问题都是拿钱，拿钱说生育补助，然后这个县市补助多一点，那个年轻的想要生小孩的这个夫妇就把户口迁到这里，那造成大家拉来拉去，拉来拉去，钱多花了很多，但是出生率却是节节下降，所以这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将来一定不跟人家比发钱。那至于怎么样让，就是说让人家愿意生，我们要另寻管道；让人家愿意生而因为有养而让他愿意生。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现行的中央政府，坦白的说，利益良善，但是执行层面还有这个整个政策内容是值得检讨的。什么叫利益良善？就是说所谓的私幼公幼化、私托公托化，或是保姆能够加入政府签约。大家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有相当多的讨论，跟相当多的悲歌，保姆团体也好，这个幼托团体也好。
这个幼儿园的团体也好，都在抵制，好，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去抵制这样的政策，那造成多输，政府也输，政府花了多钱去讨骂挨，好，去挨骂，那家长也输，家长不无所适从，到底是要加入这个有签约的这个托育机构，还是没有签约的托育机构？然后这个幼托机构也输，他们觉得这个环境是变得更坏，要签，那造成他们的这个机构无以为继，不签又怕被政府处罚，所以我简单的说，就是说将来我们可能要多做，可能如果中央的政策是这样子的，而且持续的话，到了台南我们可能有因地制宜的处理。什么叫因地制宜的处理？我们有两个方向，第一个跟幼托机构多沟通，那你们到底出现问题在哪？是补助不够，地方可以加码，地方是可以加码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要推电动机车，中央补助一部分，地方可以加码补助一部分。好，那所以说可以让大家愿意更有意愿购置。那要大家去签约，或是大家能够让所谓私托公托化、私有公有化，我希望我们地方也要很在财务状况许可的情况下，能够给机构有更多的这个自由的弹性，以及他的财政上的资源，然后让他愿意加入。那家长他因为减轻了负担，他也更愿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家长就比较能够把他的宝贝，然后把他的小朋友给这个托育机构。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就更愿意生？这我不敢讲，好，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涯规划。有些人以前我们上一代人生五六个是正常，在上上代生十几个正常，但这一代他有他的生涯规划。也许国家都愿意帮他们带，但他们也许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规划，这点我们也尊重。总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卯足全力来做。那我想进一步问一下候选人，是在你们市长的权力可以来解决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他其实为什么那个家长他没办法出去做全职的工作，因为他可能早上要照顾年长的父母，哦，可能他下午要去接送，因为下课时间不一样。那其里面牵扯到教育局的安亲，也牵扯到我们社福里面的这些社工去访谈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整合市政府资源去解决这些亲子家庭的问题？那未来如果您当选之后，有没有承诺来整合这些相关资源呢？成立一个类似一个委员会组织，有一个单一窗口来处理这些亲子家遇到的问题？这个我愿意啊，因为您刚刚提到的是跨局处的问题，教育，好，小孩子小朋友教育，然后社政是年纪长的社政，那甚至于劳工局甚至经发局也被牵入。为什么？因为家长他要找到什么样，因为其实有些家长他现在可能就业率，虽然我们中央政府告诉我们的失业率是创新低 3.87%，但是还是有人失业，那没有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好工作，他的家长他往往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压力，甚至他本来有一个工作，但是找不到人能够托育，能够照顾他的老人家。那政府说我有长照2.0啊，可是当老人家要把他当这个儿子媳妇要把他送老人家送到机构的时候，那老人家是抗拒的，说我在家里好好的，为什么要把我送到机构？把我送到机构是把我丢掉，把我遗弃掉。老人家的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改变前，这个家里面的人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在这部分社福机关或社政机关可以帮着孩子跟长辈来做沟通。总之，如果说要无后顾之忧，第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托，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来做。社政机构介入是100%要做的。不好意思，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会有一个整合的类似跨局处的部分来解决这个联系的平台来做。Okay, 好，谢谢候选。好，那谢谢这个前面的提问。那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网站上继续帮我们提问。那现在是下一个议题是关于文化的议题，慢慢请抽一个。好，请一下。好，那文化的这题是，台南社区大学，针对台南历史街区未来的发展展望为何？麻烦一下。
委员吼，我是这个公地口的执行长吼。我想是安尼哦，台南吼是一个这个台南上台湾上重要的这个历史都市吼。所以讲历史吼文化真做这个都市变成直辖市的这个主要原因吼。所以我想要来请教你讲，国民地库其实这两三年来拢一直咧塞一个物件，就是讲要将这个即马目前已经文化局已经划定的这个所谓历史城区的这个范围吼，已经进行过清查了了。阮是五万这个物件为文化局的这振兴条例划足变成由都发局整合公务局其他的局处呢来用都市计划方法吼，来进行这个街区的这个控制，就是讲，让这些私有的除了公有的这个文化资产以外，私有的部分也可以让它有一个法律依据，可以让它有不管是奖助，或者是减税，或者是限制这个所谓的萝卜跟棒子，可以都有。那不知道就是说委员在未来担任台南市市长的时候，会不会同意，或者是也愿意一起来推动，让这样子的立法工作可以在这个议会里面来通过来执行这样子的特别的都市计划法令。就像你讲的部分吼，我同意吼，而且我也注意到讲这个部分，你刚刚提到的是到底是由文化局主政，还是迄个公务局主政，还是甚至经发都发局主政？这部分是会当讨论的。但是那阵不管是上主政，上好是会当跨局处的。吼，什么叫跨局处？因为你看到的文化保存的物件，这个物件诶，干部局可能敢那重视讲我这个街面的经济，吼，啊，我这个建筑物是不是是这个建筑线是不是拢其一？那文化局所注重的是讲，我这个材质，这是几百年前的这个样貌，你袂使甲它切掉，袂甲迄落。但所以两边的这个部分是会有间隔的吼。啊，当然很主席，咱的历史街区有拄着一个问题吼，但就是讲咱会当做，啊嘛是有过去有一寡淡薄仔成果，不哩个这个成果，咱台北讲歹势，唔是政府来做的，吼，就是少年啊，公民团体来做，就是讲，譬如讲咱伫个振兴街，是一群少年啊，伫入去了后。伊甲其他的这个店面、甲其他的组合沟通，跟这个社区结合啊、哦，这嘛是一个加成功的社区营造啊。然后经过大家的同意，来说哦，我们振兴街要怎么走，怎么做啊？国华街是另外一个样貌哦，神龙街又是另外一个样貌，这东西不赶快的太阳啊啊！所以我感觉讲，那阵照这个制度来讲，那是真期待讲。政府袂使搁伫边啊纳凉啊，吼！啊，好，公民团体，我讲政府甲公民团体应该是甲少年啊，吼，应该是做这会，行这会，要围一寡。咱伫个遐，到我头来讲，迄几个街区，包括国华街那行去，看真侪老店面，吼，诶，即个内底入去，我是真新的，即譬如说，譬如讲 pub， 还是讲即、這个。卖咖啡的咖啡座，吼、哦，这些物件有看一下，比如文创的物件，啊，看一下这个新创的物件，我是感觉少年啊，爱进少年家以后要进驻，还、啊、是讲有上了这一块会当做，我想感觉政府会当帮忙啊，因为一开始一个人要入去的时候，一定较困难嘛，所以政府会当帮忙改伊的原来出头家也好，还是将来甚至是政府已经变作公善的这个历史建筑，吼、哦，爱、啊、个。年轻人来这会用啊，整个的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历史街区的界限已经划清楚了，那就要维护这个历史街区的完整。好、哦，卖讲这个街区外靠哦，变作个这个街区个边啊的 block 哦，更是汉格很大的，我嘛是不希望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就这部分来讲，政府的角色爱个凸显。但是不是政府专断独行，对政府爱跟咱的民间团体、跟百姓来做阵，来或者做阵来工作，做会来把这个工作解决。OK， 啊，那我更加进一步的来明确来这个请教的是讲，这个黄委员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你当选之后就任以后，在你的任内的四年期间内，
共同一起来推动这个所谓的历史城区的特别条例，让他可以在四年内，这四年的期间内，可以让他在议会，在议会能够顺利的通过，来针对台南的这个所谓的旧城区或者是盐水等等，现在目前已经划设的这个所谓历史街区，让他有一个法律依据。那这个是是在这个都市计划法令未接的这个法律依据，让他可以来落实执行。您说的是地方的法规啦，所以叫自治条例，所以我们愿意去推动这样的自治条例来成为一个，因为台南是一个历史文化老城，所以我们愿意推动这样的自治条例，和台南来这样做一个台湾的 model。 除了我们有这个条例还可以让推动了成功，我感觉说可以做台湾其他的所在模范。好，多谢，谢谢。那我们谢谢台南社大这边的提问。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有抽现场民众提问，那也麻烦一下黄伟哲委员，都可以。好，谢谢。可以看一下。苏林奇，苏林奇在现场吗？苏林奇，又是你。好，来。好，那就再请上来苏林奇先生。那这个是关于单轨捷运的问题，来请。候选人你好，我想请问就是有关于就是前瞻计划要在台南推动捷运建设，那包含在旧城区的部分，那我想请问你，您是否同意就是高架单轨捷运在旧城区里面的设置？那如果同意的话，那如何处理就是台南文化资产的天际线的问题？那如果不同意的话，那请问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可以去改善交通状况这样？首先我要先提到您的前提啊，哈，单轨捷运或是轻轨捷运这个部分哈，是舒缓这个交通拥塞的一个方案之一，绝对不是万灵丹。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的交通，人家说台南是世界上第九大的塞车城市，我们相信您跟我一样，都是非常不服气的，随便信手拈来都可以举出十一二十个、二三十个比我们塞车严重的。但是不管是第九大、第九十九大、第九百九十大，台南塞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必须面临的。所以呢，要发展这个解决这个塞车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方式要做，发展大众运输系统，是其中之一啊，减少开车，或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配套，增加停车位，增加路的这个供给，好，那这都是其他的配套。那特别您聚焦在这个单轨的部分跟老街区的部分，这个时候其实一些以高架式的，甚至说以轻轨方式的这个部分，在世界各国有一些跟老街区，例如其他有一些世界比较古城哈，他们有大众捷运系统、大众运输系统，那是在地面上的，不是在地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以我所知，本来好像捷运绿线好的路线，就是因为有经过一些老街区，而它路线要重新再来规划的问题。好，这个所谓单轨的绿线。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我，那当然很多这个前瞻计划这个部分是中央核定的，但是在核定之前，我觉得其实避免直接中央一意孤行。如果是我主政的台南市政府，我绝对是要积极介入这个部分，甚至如果得不到这个社区大家的支持跟认同，甚至引起很大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强烈建议他改路线。那当然改路线不是依我们的立场而改路线，因为中央规划这个路线当然是认为说这个路线是有舒缓交通的功能。如果说你随便改掉，然后反而是变成蚊子车、蚊子路线，这个也不是大家所想要的。所以在这个运输效益跟城区的景观维护，跟老旧跟老的社区的这个共荣共存这个部分，三个因素都要照顾到。那怎么照顾到？中央跟地方跟社区一起努力。好，那我追问一下，就是如果
在捷运新建的过程中，因为台南的道路十分的狭窄，然后再来就是观光区景点非常的集中，那势必捷运会经过这些地方，那会造成所谓的交通黑暗期，甚至是让观光的产业发展有非常大的障碍。这样的话，要如何去解决这一块呢？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造证的前提下，而是在现有的市区里面要做一些大幅度的公共建设，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正在从事的下水道，下水道我们看不见，可是它挖开挖的时候都造成交通很大的问题。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您说会造成这样大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只能说要多沟通了。那穿着买西装不困难，穿着西装改西装是最困难的。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的话，我们要缩短这个交通黑暗期了。那至于我真的在意的是跟老街区的汉格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跟这个交通动线能够并存或者能够找到替代道路的话，在交通黑暗期的话，第一个缩短交通黑暗期，第二个找到其他的这个替代道路，这个部分是我们想到的其中两个解决方案之一。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那我们盘抽一下。好，哎，那这个。那直播前的网友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来我们的粉专上留言，我们也可以可能会提问到您的问题。OK， 那这是来自杨志达，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他。好，杨志达一次、两次、三次不在。好，那我们就先进行网路上的提问。那我们请你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来协助提问。因为网络上提问真的很多，那这个先跟黄伟哲候选人说明一下，是我们就是代为念啦哈，那这个不一定代表我个人或我们的立场，因为接下来问的，当然我想黄伟哲委员候选人应该有心理准备哈。第一个问题来自苹果的，我这个应该是一整组类似的问题哈，一个。苹果的一个留言是 Elvin Yan， 他问的问题是怎么解决政治人物收钱官说的问题。第二个，我来自卧槽的粉专，很多人问我们，跟我们说我们不敢问大创，不，我们一定要问一下，那就是要请那个候选人回答。很多人问说，像有卧槽的留言徐延廷问说大创要不要负责，还有另外一位网友问是苏百奇，他问大创官说不是说要告黄国昌吗？不告了吗？好，就这大创案的部分。好，我简单的说，第一个我先回答大创好吧。好，大创案，请问到目前为止只有人家指控，所以单方面的指控说这个部分有牵连到立委的助理，然后说什么收钱，然后呢他就直接演绎，因为立委助理敢这么嚣张，一定背后有立委撑腰，目前的是不是这样讲，是一个推论。第二个，这个案件在官方有把它移送到检调，然后我不知道揭发的人他有去按铃申告，那已经进入司法调查，这个不是说我们愿意或我们不愿意的问题，如果中间有牵涉到任何的政治人物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我都应该要诚实坦然面对。第三个，要去提告的部分，这个法律追诉权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我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做法律追诉权的保留，什么时候提告，我觉得其实时机点的问题。第四个，我要想请问爆料者，包括把录音带做剪辑的文，大家可以看到网络上所谓的疯传说我收了所谓500万的问题，那个是剪辑的录音带，那为什么不能把全程的录音播放清楚？这应该是大家所期望的，你把一个经过剪辑过的东西来做指控，然后直接讲说谁收了多少钱，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呢，大创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包括网络上的各位，如果大家可以把整个的事情理清楚，也就是说当初你可以想想看，
当初有人来，大专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工研院工研院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经济部国贸局的部分，相关的类似，一个是包括核实的部分，一个是包括所谓篡改商标的部分，那另一个部分是包括这个所谓的使用工研院的一个商的那个授权的部分，那相关这两个案子我都可以跟各位报告，我绝对没有涉入，绝对没有所谓的收贿的情形，绝对没有官说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司法也不会放过我们，不是因为谁执政谁没有执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接受在这边接受司法检验，可是在接受司法检验之前已经接受了我不敢说霸凌了，已经被人家指指点点成这么严重，那就请这些指涉的朋友们赶快把手中掌握的证据向全台湾或者向所有的舆论界做一个公开，是不是更好？好，所以黄候选在这一题应该蛮明确的回答，就是他没有涉入，然后大家如果还有证据的话，欢迎大家赶快丢出来。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嘛，哈，对。然后提告的部分的话，就是在提告的时限内，可能应该是刚刚是说会提告嘛，只是时机点的问题。时机点跟方式，我们要做一个资讯资料的收集，包括在网络上的一个人身攻击。OK， 好，所以我想这样子应该。我们有问了这个问题，他这个跟大家，我们很累，还要跟大家交代，我们有问，那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那我们时间到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您的时间答应我们。好，黄伟哲候选人说30分钟嘛，所以30分钟到他那个超过了。对，黄伟哲候选人有20分到50分啊，我们这边有看时间。好，那这个黄伟哲候选人这个非常坚持这个时间的规范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问下去。那我们谢谢黄伟哲候选人 ，OK， 谢谢。好。非常多的问题哈，那这个黄伟哲候选人有答应我们说，在网络上面的问题，就是通过联署的这个门槛的问题，他们都会来做回应。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今天呢，我们从2点开始，一路上到现在，总共有4位候选人，我们邀请6位候选人，但是呢，有4位候选人答应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面对网络上的问题，现场民众问题以及直播当中的问题。那这边我必须要代表主办单位跟大家说，就是当然这个流程我们是几经的协调，不管是跟候选人各个候选人团队以及跟实际运作的关系，我们做一个调整。我相信一定没有办法尽如人意，很多人都希望可能有更好，我们也都感谢大家给我们的一些批评跟指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支持，就是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一起经过这个下午，我们回应这些向这些候选人提出这些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些候选人，他们基本上都答应了。这台南我觉得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透过在地团体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台南是目前为止在我们卧草的6都市长给问麻的网站当中，唯一一个6都就是唯一一个所有候选人都承诺愿意加入这个网站，并且在网络上面回应所有过门槛问题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南人蛮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也是这些团体蛮努力的结果。我觉得这不得不给台南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自己的掌声。我觉得真的是蛮了不起的。那我们就不用再讲什么民主圣地这种开玩笑的话了。我自己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是真的。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6位候选人啊，他们现在都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6位候选人是不是真的都会如原本所说的，都在网站上面会回应每一个过门槛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许忠信候选人跟这个高志博候选人2位候选人是都回答了。黄伟哲候选也回答了，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上面提问，跟把你的问题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联署。只要过门槛，我们会持续的去追这些候选人，让他们来回应。那当然，哪些候选人会回应，哪些候选人会回应的如何，大家都可以直接到网站上面来看。那在网站上面的话，现在这些已经回答的问题，
回答问题的这些答案，每个候选人答案，大家都可以上去做评分。这是我们这个网站跟过去最不一样的地方。针对这些候选人的答案，你可以在上面做评分，就是1到5分你的满意的程度。那今天透过今天整个下午这个直播，大家也可以看出每一个候选人他们实际的态度，然后面对这些民意的这些想法。对，那最后我是不是请那个在地的团体婉玲台南县的理事长婉玲，我们严婉玲，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说今天很可惜，你应该是最恶玩的，你好像都没有抽到你们的问题，会不会觉得你们都在做功德？社大蛮多嘛，大家都提问人尽量尽可能都有抽到，那这个几率的问题哦，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那婉玲，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今天恶玩的部分都没有办法来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哦，现场还有超过2/3的群众跟我们一起待到最后，3个小时其实是非常长的时间哦。那台下也有一些提问人跟我一样都没有问到，那但是没有关系，网络上你还是可以持续的追问。那在这边呢，我还是非常想感谢卧草有这个机会，他们今天可是从台北包计程车下来，我想说这是很奇怪的运输方式。那我们也从台北包计程车下来，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南社大从前期包括说在他们自己的活动里面去推这样的一个联署，那也获得非常多的成果。那今天也问了非常多台南社大关注的问题，那也非常感谢譬如说像益智一直在这个南美馆这个问题上的努力。那最后我还是想要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新芽在市长选举之前我们还会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在选前公布我们整理出来的台南市6组市长候选人的政见。那这个政见原则上就不是提问的形式，而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我们就分门别类把他们公布出来，然后让所有的候选人让所有的选民去参考说这个市长候选人的政见跟我的想象是不是一样。那再次感谢各位，那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活动可以顺利的结束，谢谢。好，那我不知道社大的朋友有没有要来分享一下今天在这边做了整场，听完这些候选人的回应有没有什么感想？社大的朋友好，那最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没有有要补充是不是不好意思因为新闻稿有写，我不好意思不公开讲一下。对，就是说其中有一组候选人希望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一场好像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同台，然后也没有辩论，虽然我在前面有提到说辩论不是这一场主要的目的，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市选委会到底会不会办辩论，我们会在下个礼拜致电市选委会我们要不要办台南有没有公办的辩论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征求6组候选人的同意，如果6组候选人都同意的话，新芽愿意在选前办一场辩论会，但前提是6组候选人都要同意。那请各位候选人在我们跟市选委会确认了之后赶快给我们答复，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们也愿意承接这个任务，谢谢大家。好，我自己的观察，这个台南县真的是今天真的是很做功德，在这一场里面当然付出蛮多的。那刚刚也特别提到，我觉得在这个活动的最后，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也许今天每一个坐在这边的朋友，不一定你们每一个问题都问到，在网络上的朋友也不一定你们每一个问题都有办法帮你们问到。像刚刚我其实蛮多问题的，但大家有看到，所以我们都尽力想要让这个活动可以尽可能顺利，也尽可能让每一个候选人真的来面对每一个问题。但希望大家持续的保持关注，我想这个机会不会只有一次，检验这些候选人也不是只有在选前这个时候。未来卧草我们也可能会持续的跟像台南在地的团体，我们持续的去努力，看看怎么样在选后这些候选人他们在我们网站上面回应过的这些答案如何做一个整理，如何做一些整理，然后如何那个在选后持续来去监督。我想选前的检验、选后的检验，这些都是同步重要的。这也是卧草我们持续一直在做的努力。那最后我们当然也非常感谢在卧草的这个粉专上面今天跟我们陪我们看了3个小时直播真的很长的网友，以及在苹果日报的粉专上面看了3个小时直播的网友。那也特别谢谢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那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